好，我们现在开会哈。那各位所有的律师同道，那以及我们所有的专家学者，以及我们政府的官员哈。那今天举行呢律师法修正草案的公听会。那有鉴于呢现行律师法从民国29年制定，那施行迄今呢已经70余年。那估计呢多次的修正，但是现行的条文呢仍然存有多处诸多的不合时宜的规定，那尚未针对律师制度呢进行通盘的检讨。那目前呢本院委员呢已经提出3项的修法的草案，就是否呢应将律师业务执行权利义务伦理规范、惩戒处分及工会组织等相关的配套规范呢增修入法，那已提出呢初步的构想，那为使本案呢在未来审查的时候能够凝聚共识，对我国律师制度呢提出全面性的一个检讨及修正，那以完善法治规范呢，所以有必要来听听各位专家学者还有各个律师工会的代表的意见呢，以作为日后修正法案的一个参考。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介绍今天出席的专家学者，那以及在场的委员还有列席的政府机关的代表。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我们出席的今天的专家学者，我先介绍已经到场的哈，第一位是张嘉尹张教授，是世新大学法律系的专任教授。那下一位呢是蔡宏杰律师，是我们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联会的理事长。那施秉慧律师是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的秘书长。那薛清峰律师是台北律师公会的常务理事。还有林姿宇律师是台北律师公会的常务理事。那郑文挺律师是基隆律师公会的全联会会员代表。陈恩敏律师是新竹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那吴光禄律师是台中律师公会前理事长，也是我们前联会的这个前理事长。那李庆松律师是台中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那黄雅平律师是台南律师公会的理事长。那其他几位呢？他们陆续到来，我们再陆续介绍。还有谁？有没有谁没介绍？我说律师还到了，还没有介绍的有吗？啊？哦，新竹公会这样。新竹，这是为什么呀？啊？新竹律师公会的理事长，前理事长。OK， 是旁听的哈，是不是谁把旁听的名单给我？好，那我们今天呢有开放这个登记旁听哈，那我也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旁听的。那就是我们的前新竹律师公会的理事长哈，徐美律师，徐律师。那还有哪一位没介绍到？都介绍到哈。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我们列席的政府机关的代表。首先，我们介绍我们法务部的政务次长蔡必仲蔡次长，他也是我们以前律师公会律师的同道。好，那检察司司长林邦良林司长，司法院司法行政厅许胜副厅长。内政部合作及人民团体司筹备处专门委员陈嘉荣，陈专门委员。考选部专技考试司黄庆章司长。好，那等一下其他的如果陆续到来的话，我们再继续介绍。那另外介绍我们现在已经到场的我们的周春米周委员。
那请宣读公听会的讨论提纲。律师法修正草案公听会讨论提纲：一、鉴于律师之使命为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及促进民主法治，根据律师法第一条规定，律师应本于自律自治之精神，诚正信实执行职务，维护社会公益及改善法律制度。就此，如何透过律师法的修正，提升律师的专业能力、服务品质与公益参与？二、本于律师自治自律之精神，律师工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为何单位？该单位所应执掌的权限范围为何？与律师工会律师个人的关系为何？三、本于律师自治自律之精神，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各地方工会各自的定位为何？应肩负哪些义务与功能？关乎于选举制度，如何从选举制度强化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各地方律师工会的效能？关乎二、会费制度，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及各地方律师工会之核心业务与经费之用状况为何？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与各地方律师工会间之会费制应如何改善？关乎三、入会制度，应采单一入会全国职业或组间区制或混合制或其他方案。四、民国100年律师考试制度的重大变革对律师市场造成相当冲击，新进律师亦面临许多职业困境，如何透过律师法的修正，因应目前与未来考试制度对律师市场造成的影响，律师工会能如何协助？宣读完毕。我们在邀请专家学者哈，还有各个工会的代表发言之前呢，那我们有几点呢说明。那我们请学者、专家跟相关的团体代表先发言。那我们先学者，然后在我们的各个律师工会的代表好来发言。那发言的顺序呢，我们原则上一签到的先后的次序啊。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提前发言，那请跟我讲；或是你想要往后发言，那也麻烦先到台前来跟我讲一下哈。那我们会予以来做调整。那本院的委员呢？这个按照登记先后的发言，那如果陆续到场的话，那本席会穿插其委员呢来发言。那最后我们再请政府机关代表发言，那针对专家学者还有我们的工会的代表的意见呢来加以回应。那每位学者、专家还有我们的工会的代表的发言的时间，还有我们的委员发言时间呢，都是8分钟。那必要时呢，得延长2分钟。那请各位尽量控制时间。那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可以有进行第二轮的一个发言啊。那在这个我们开这一次公听会呢，当然我们在上一次呢也开过一次。那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今天请邀请各位来，那我们除了上一次大家比较有争议的，那就是对于这所谓的入会的这一块，那其实呢，就说我们今天就说我们这个律师法其实是制定在戒严时期的，那整个一个法的一个思维，跟在今天我们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那尤其呢对于律师工会的自治自律，那对于在这样的一个精神之下。这一次的律师法的修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从这个最源头的地方，就是说律师工会，因为在戒严时期的话，其实律师工会有很多是我们的主管机关法务部来主导，那甚至包括律师的入会啊，还有很多的等等，都是在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主管机关的严格的指导跟监督之下。那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在一个这个人民集会结社自由，那充分的自主自律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律师工会是不是要走上所谓的全然的自治跟自律？因为这里就牵涉到上一次我们在修这个所谓的洗钱防治法的时候，那工会强烈的表达说，我们是一个自治自律的团体，所以呢，所有的这些事项应该要向我们工会来登记，而不是去向调查局来申报。所以在这里其实就牵涉到说，我们律师工会是不是完全的自律自治？那如果是的话，那我们整个一个律师法的修正就应该朝向自治自律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去这样的一个精神去修正。那这里面会包括说，我们的主管机关
那主管机关跟我们的律师工会好的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是原来的这立于一个指导监督，好，甚至有点办管制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还是说它其实是在后面，就是我们是全然的自治，但是它是 support 是支持我们、协助我们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如果是一个指导管理监督的一个角色，那目前的法务部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自律自治的一个团体，那我们希望的那个主管机关它是在 support 我们，然后在协助我们，而不是来指导监督管理的一个角度，那可能就不是法务部，就是律师工会一直希望的，是不是转由司法院？所以我想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思维。那不一样的思维就会牵涉到说律师资格的审查，律师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的啊退场机制、进场机制等等，那以及呢，在那如果你要全国的要这个律师自律自治的话，那坚强的一个全国律师工会联合会就非常非常重要。那这里就牵涉到里面的理事长、理监事的产生如何产生，那以及呢所有的这些的会员，好、啊，他应该是怎么样跟律师工会还有各个地方工会、全国律师工联合会跟地方工会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先把它从这样。那个源头抓出来之后，我们再修法才会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一会儿是要求政府机关来管我们，一会儿又希望我们自律，那在这中间呢一直不断的穿插交错，然后里面呢就会变成我们不晓得说我们的角色、我们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会希望说，今天各个专家学者还有我们律师工会的代表在发言的时候，希望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大家共同来集思广益来思索我们未来，尤其在全国司法改革会议，律师的这个改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高度，大家一起来思索律师法的修正的一个何去何从。那我们也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共同讨论之后，那我们律师法的一个修正呢，也才能够是一个符合未来这个整个一个民主法治社会，那大家所期待的一个律师工会。那所以我希望是说，大家等一下在发言的时候，能够尽量就这一块来有所琢磨。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请专家学者先请专家学者发言哈。那首先我们就先请这个张嘉颖教授哈，他是世新大学法律学系的专任教授。我们先学者先哈 ，OK， 谢谢。这两边都可以哈。主席、各位律师以及律师工会代表、法务部的、各个这个主管机关的官员，还有立法委员以及其他的来宾，大家好。好，那我不知道我会被排在第一个，不过我排在第一个也好。为什么？因为专家学者嘛，喜欢谈理论，大家都觉得是这样，但是。理论重不重要呢？其实重要。可是刚才听尤美女委员主席的讲法，其实这个已经讨论过很多了。而且我跟一些律师朋友稍微聊过，发现有些问题也争议许久。但是正如委员所讲的，因为这部法律定于戒严时期嘛，那现在台湾民主化已经26年了，所以其实有必要好好的去整个去修改它。尤其是我想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就是律师市场的饱和。但是这个好像从第四个开始，但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因为我看了一下各个委员提的草案以及各个律师工会所提的声明，我发现里面要处理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太多了。但是到底主轴在哪里呢？所以作为第一个发言者呢，我发现我刚好可以稍微从这个地方来谈就是说到底这个律师法修正的主轴在哪里。为什么？因为一个现实的压力是律师市场的饱和，然后另外至于全联会跟地方工会之间甚至讨论到这个是否单一入会全国职业的问题，也讨论很久了那这里我们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去思考呢？我觉得这个主轴建立的重要性非常重要但是很可能我接下来的看法会涉及到不只是律师法的修正，
为什么？因为其实就一个现实问题来讲，各地的律师也都饱受压力啊。那这里面当然外国也有相关的立法力了，就是说其实很多问题你要解决啊，它涉及到的是市场以及就是未来律师的这个薪资跟收入。那所以我在这里我想稍微岔出去一下，稍微谈就是说我国是否去引进一个强制代理制度啊。因为我也跟一些诉讼法的学者稍微交换过意见，我发现这或许是一个解套的一个重要措施。为什么？因为刚才提到在提纲第一个里面提到，就是说律师法修正它可能有几个目的，一个是专业能力，一个是服务品质以及公益参与。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律师就是一个在野法曹，律师他的责任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但是呢其实在理念上你所有的事情都要能够去成功的话，这是不容易的，他需要考虑到现实跟理想之间的妥协。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在等一下陆续讨论律师法的修正的各个项目之前呢，可以来思考是不是去引进这个强制代理制度。那如果引进强制代理制度，基本上第四个问题就没有问题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会需要很多很多的律师，而且它也符合我们第一项所要谈的，也就是说律师的算某种能力的公益参与吧。我比较想讲的是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啊。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牵涉甚广啦，因为一个没有律师代理的诉讼呢，到最后法院的那个 loading 也其实是非常的大，但后来判决品质的不佳跟这个也是有关系啊。所以我想我这里想要讲的是主轴之一，也就是说怎么去从一个更前端来解决目前面临的各个问题。那第二个是就专业能力方面了，我想目前虽然各地的这个律师工会都有办理这个在职进修的课程，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就涉及到第三项。为什么？因为有的律师工会它其实是资源比较丰富的，有的律师工会资源比较没有那么丰富，那所以各地律师能够去进修的机会其实并不均等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考虑第三项就是整个会费制度入会制度的时候应该纳入考量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可能可以引进强制代理，另一方面必须强化律师的这个在职进修，因为术业有专攻，尤其是现在的法律领域区分了这么多，那所以专业性的律师是有必要的。那当然如何专业性呢？方法很多种啊，它可以是一个证照，可以是几年的一次的 review， 那这些细节我就不去谈它了。可是去引进一个专业证照啊，我觉得对于未来不管是当事人程序保障或是律师的这个专业能力呢，它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个也可以扣紧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强制代理的这个制度。那有关于第二项呢，因为其实时间真的很短了啊，所以我简短发言一下。因为正如刚才主席所提到的，到底事业主管机关他要担任什么角色？其实你从一个职业工会的角色来看的话，他的确是一个监督机关。但是为什么要有职业工会呢？因为职业工会就是代表某一种自律性跟自主性，所以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平衡的问题。那至于说你要如同现在维持现状给法务部，或者说移到司法院，我觉得它还是一个配套措施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现在整个司法改革的方向似乎是司法院的审判机关化。那如果是司法院审判机关化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就没有多少讨论的必要性。好，所以它是一个配套问题。但是假设司法院审判机关化并不是一个在短期能够完成的事情，以目前就是说各界情况的反应，基本上
就是说，把这个主管机关移至司法院也是一个妥当的做法，是不是？时间已经到了，是不是？我听到那个哔的一声，还有两分钟啊。好，那最后呢，要处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因为其实我昨天接到不少电话，跟我，当然我也需要一些这方面的资讯。那我这里因为只剩下两分钟，我只简短的去谈，就是说，大家在谈第三项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到全国律师工会联合会的它的功能，以及各地律师工会的功能。也就是说，民主制度当然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民主化它其实是贯穿整个民主国家的每一个领域，但是民主化并不是一个怎么讲呢？尚方宝剑，它也不是一个绝对的目的。为什么？因为显然各地的律师工会跟全国律师联合会呢，都有它有所要扮演的功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看起来是时间到了哈。我最后所要提的是，在整个制度设计上，必须去注重他们的分工。那尤其是这里，就是说，因为过去我父亲也曾经在高雄律师工会担任常务理事，所以这方面其实我也请教过一些他的情况。那基本上地方律师工会呢，与地方的审检之间呢，其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那如何，就是说如何在配合现在的这个选举方向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去维持地方工会的这个功能，而且要强化它，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最后呢，这个也会影响到，例如说会费制度跟这个入会制度，也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好，那因为时间到了，我仅能就这几个问题，就一些主轴呢，来做一些原则性的发言。那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的那个按铃方式是怎样？是你说明一下。你是就说几分的时候你会归零，然后再加两分钟？你好像是两次在吗？一般会八分钟，八分钟之后八分钟前一分钟铃会响一声，这个会响一声。那到了八分钟，我们会再会响一声，我们会加两分钟，加两分钟以后到一分钟还是会再响一声，然后到两分钟以这个按铃按这个铃为准，这个才是表示时间到。等于是说归零之后你还有四次的，是不是？你是一分钟一分钟有四次，三几次，就是说你看那个上面有我们这一边跟那一边都有在计时，那它归零之后是还有几分钟？归零还有就是加两分钟吧，加两分钟，所以会两次的归零嘛，对不对？你是一分钟归零，一分钟归零是用这样方式吗？这样好，所以等于是说，你看到那边归零了，其实你还有两次的一分钟，好，两次的归零这样子。那你会听到最后哩音的时候，就表示你时间到。好，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你可以充分利用你的时间哈。好，那我这一次再补充介绍我们刚刚到场的刘思龙律师，他是高雄律师工会立法修法委员会的召集人。那我们今天有来旁听的哈，我们现在补充介绍刚刚进来的台北律师工会全联会的代表陈彦希陈律师，也是前台北工会的理事长哈，还有这个台北律师工会专任副秘书长黄朗倩律师，还有苗栗律师工会常务理事陈永喜律师。好，那等一下陆续到，我们再陆续介绍。好，那下一位，因为许春正所长，台海洋大学的教授还没有到哈，那我们现在就请登记第一位的蔡宏杰蔡律师，也就是我们全联会的理事长。主席，委员，还有我们这个法务部的长官，还有我们律师工会的各位道长，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个我大概不会讲太久了，因为全联会的立场非常的清楚了。我们事实上，因为我们的这个律师法修法跟法务部已
已经进行了在将近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派的我们的修法小组的这个代表跟这个学者专家还有法官代表一起进行这个，你麦克风靠近点好吗？这样比较大声。进行这个律师法的修正，那个期间大概也经过了数十次的这个会议啊，大家后来这个做成了这个我们修正的意见。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全联会本身在第八届的这个任期当中呢，针对律师法的修正大家就有不同意见的部分呢，也曾经达成过共识，这是非常不容易、非常这个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因为原本的这个全联会跟原本的地方工会之间的争议非常非常的大，台北提出了单一入会全国职业，跟这个其他工会所提出的维持现状的这个制度呢，之间有非常大的歧义，在这个当中，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谈。那个沟通的一个空间，没有一个谈判的空间。可是，在第八届的这个任期当中呢，曾经有这个全联会里面，有召开全国理事长会议，有推派了北中南东各工会理事长跟这个法务部的这个研修小组的这个委员，大家一起针对的这个律师法的修正有关这个组监区制，已经达成了非常明确具体的一个共识。而且在这个会议里面都已经提出来它的相关的内容这个部分后来也在这个我们军大院的这个252号周春明委员提案里面大概也都已经提出了相关的这个规定了相关的当初所谈定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个部分在全联会来讲，事实上我们在五月份的公听会之后，我们又召开了北中南三次的这个公听会，基本上我们的状况没有什么其他不一样。各地方工会除了北区的工会之外，台北工会之外，其他的都还是他们原本的这个维持现状，也愿意继续支持全联会的这个还有法务部的组监区制的修正版本到目前为止是这个样子的。那事实上我们跟台北律师工会也不断的在沟通协调本人就任之后也曾经在11月30号前往拜会台北律师工会，我们也针对了这个入会的方法，大家在经过了协商，事实上我们认为双方继续的讨论然后有非常多的技术上面的问题台北所提出来的这个单一入会全国职业随案征收的方法，那这些东西技术上的问题我们都还可以进一步的讨论，然后这个组监区制它可以这个马上的实施，未来是不是在组监区制实施之后能会朝向单一入会全国职业，这个后面都是还可以再继续讨论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在现阶段应该是就大家曾经已经获得共识的部分希望在立法院能够尽快的这个通过律师法的修正来作为这个律师界的适用的这个一个依据而不是这个再把那个原先的这个争执，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一个争执，把它再加入到现在的这个我们的修正案里面来，然后让这个修法的这个时间时程来延至那这个今天的提纲里面有讲到的这个如何透过律师法修正来提升这个律师的专业能力、服务品质还有公益参与，其实这个部分在这个我们第八届第一任这个理事长顾立雄的任内呢，他就积极这个。修正我们这个律师伦理规范相关的这个在职进修，来提升这个律师的专业能力还有这个服务品质的部分，还有公益的参与部分，我们都已经纳入了律师伦理规范里面来处理。那律师伦理规范是可以经由我们的会员代表大会来进行修正的，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有急迫性的话，有相关的这个可能会涉及到违反的这个效果的话，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会员代表大会里面来进行一个处理。这个到跟这个律师法的修正呢，我们觉得应该还可以比它更有效率一点。那是不是一定要把它入法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讨论的，因为有关于这个公益的参与我们在律师法第一条里面这个诚意非常的高律师有这个实现社会正义，还有促进民主法治的这一些基本的这个使命但是
在律师法里面，我们在这个义务的对面并没有相关的权利 的享受的这个对等关系，所以是不是在公益的参与方面，我们有必要把它成为一个义务？事实上在这个法律扶助法里面已经把这个律师要参与这个法律扶助这个已经列为他律师的一个义务之一了，所以还要不要再继续扩大他的这个律师的义务的公益义务 的这个范围？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是可以再讨论的。有关这个自治自律的精神，当然是律师法最重要的一个主轴啊，哈，我们也是秉持着这个精神来希望来推动来这个修改这个律师法。如果在这次的司法改革的这个会议当中，把律师列入这个司法改革的范围里面，律师也因此很荣幸的成为司法的铁三角之一啊，很确定的成为铁三角之一，因为在以前啊，所谓的司法大概就只是司法院跟法务部而已哈。那我们既然已经确定是这个铁三角之一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主管机关呢？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在目前的我们政府的体制底下，好像这个没有任何机关，没有任何人民团体，没有主管机关哈。所以在司法院如果还是一个审判机关的，依照宪法，它基本上应该是个审判机关。那所以法务部担任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这个部分，我们是目前是可以接受的哈。那至于他的执掌范围是什么，我们事实上依照最近几年的配合，主管机关对于我们的这个指导或者对我们的这个管理，让我们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啊，哦，那这部分我们是非常的感谢。事实上他们是基于辅导协助的立场，他们并没有什么管理的这个行为在情形在里面哦。那这个我们希望这个，当然他对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学习律师的这个律研所的费用的部分呢，这个部分是他们目前对我们这个协助最大的一个部分。这个学习律师的第一个月的这个经费，我们现在只有380万一年的这个经费，一个人分配不到400块的经费。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这个法务部或者是在立法院在编列预算的时候能够再予宽列啊。我们认为这个经费至少要在1000万以上，才能够真正的协助我们新进律师提升他的品质啊，提升他的学习的这个质量。那这个有关这个选举制度的部分呢，事实上在全国所有的这个人民团体里面都是采取间接选举的。那在这次我们的这个律师法的这个修正当中，为了要强化这个律师工会全联会的这个功能呢，认为说理事长的部分必须经过全国直选啊，那其他理监事的部分呢，还是由间接选举的方式来这个来进行。那如果因此可以这个确实的强化全联会哦，我们也乐见这样的一个方案能够继续的推行实施哈。那会费的制度的部分呢，事实上我们已经把这个我们的核心业务的部分已经提供给这个法务部参考了。那我们上次的公听会也就这个经费的支应的方式啊，也做成了大致的一个统计了哈。那全联会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是采用代收的方式，每个会员加入工会之后，他要每个月可以代收，主居的会员哈，会帮这个全联会代收这个100块的这个月费。那在未来的部分呢，我们是希望依照我们之前的这个共识的内容意见，我们认为主监区制的这个会费呢，只有主区的会员要这个缴付600元一个月的月费给这个全联会啊。那入会制度我们还是采取这个主监区制度，我们认为如果采取混合制度，可能是这个自私一分哈，让事情更加复杂化。因为单一入会的随案征收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大概还不是很确定它要怎么样来进行，而且感觉上它的征收方式会非常的繁琐、非常复杂，甚至稽核上面也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哈。这些都还可以再继续讨论。那有关于这个律师的这个人数的部分，我们在律师法里面，我们希望哈这次的这个洗钱防治法已经把5项的这交易形态列为是律师如果进行的话会应该要受到这个洗钱防治法的这个通报义务的处罚哈。我们希望类似的业务都能够改为这个律师的专有业务啊，
如此一来，律师才有义务去做通报，否则其他的公司行号个人做这些交易行为的时候都不需要接受处罚，那为什么独独只有律师或者是会计师或者是这个公证人必须要接受处罚？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配合修正的。那其他有关这个公司设立登记的这个章程是不是必须要经过律师来签证，我们或者是公开发行的公司必须要有这个律师担任这个公司的法务人员，我觉得这些都是还有这个国家律师或者企业律师的这个增设，我觉得这些都是国家要走向法治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那律师可以从中协力的一个我们可以协助，我们可以帮助的一些工作啊。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还有全联会的意见，谢谢。好，我们谢谢这个蔡理事长哈。好，那下一位我们就请陈恩敏律师，新竹工会的前理事长。主席、各位与会贵宾，大家早，我是新竹律师工会的陈恩敏律师。那今天发言的部分，我自己有做个 PowerPoint 草案，请大家参考。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会从这个律师法的比较，来回应这个提纲的四个部分。那整个律师法比较完之后，大概四个提纲就回答完了，所以我是反其道而行，到最后的几个 PowerPoint 我会有回顾这个提纲的部分。下一页。第一个是会提出一个台北律师工会的旧草案，这个其实是我们主席游委员在103年的时候提出的。那我之所以会提出这个草案的部分，是说其实台北工会在之前的主张也有主监区的部分，那我提出这个的意思只是说这个部分其实制度大家都可以去考虑，没有什么对跟错的问题，请大家不要误会那个薛理事长、下届理事长麦狗辉，我这里问题。那新立法草案的版本，我是认为说这些草案你比较下去，大家才能聚焦，要不然大家都谈原则性的问题，原则都达不到这个核心，所以我们必须把草案去比较。然后我们需要多少律师的部分是讨论提纲第四的部分，那才能去聚焦说那你到底需要讨论多少律师嘛？那讨论提纲回顾跟结语的部分。好，下一页。那就这个草案的部分哦，之前游委员这部分我比较觉得有特色的部分是说，其实他也是采这个主监区制，就在这个草案的这16条里面。那在这个草案，我觉得特别可以提出来，就是说在主管机关，我们刚才提到主管机关的部分，它里面有提到说只有社会行政主管机关哦，是没有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哦。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是一个考虑的方向点。但主管机关，我们必须要老实的讲，就像刚才第一位学者在发言的时候。我们每次如果说要人家管的时候，我们就讨厌这个主管机关，但是要经费的时候又需要主管机关。我认为我们律师必须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在后面我会提到包括律训的经费啊，这些等等这些东西的话，那如果没有的话，全联会可以出这个钱吗？那大家都又要减少会费，又要减少这个新律师的这个负担，大家都要减少钱，那以后钱要从哪边来？这个大家必须严肃思考这个问题。那社会行政主管机关没有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问法务部跟司法院，我们律师界自己，你有没有那个担当嘛？你不要去问人家，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啊？那如果说要请法务部要改到司法院的话，上次我有请教过这个周委员，人家司法院好像没这个意愿吧？哦，那如果是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问题吧？哦，那当然在选举制度的部分，我觉得台北工会这个草案部分大概也都是有些直选哦，我认为是差不多了哈。那下一页。那在这里我提到一个，就是说律师法其实是一个律师界的宪法。那现在我们大家考虑一点，如果说现在我们任何组织要改变的话，在我们全联会的章程我们自己可以说了算，但是如果全部都入律师法的话，以后要修改任何一个法条都要来立法院，请问我们立法委员有这么多时间去讨论这个律师法这么不太重要的草案吗？大家请慎重去考虑，我们是要把原则性规定放在律师法，其他的我们委诸于我们自己的这个章程来规定，大家好好来讨论。律师界给你挂点的后啊，你这个跑去找立法委员要干什么呢？我是想不清楚啊。这个律师界可以自己讨论的问题，你把它放到法里面，然后自己把自己绑死了。我们的律师法以后是不是要这样修正？大家请考虑清楚哈。那所以，那有一个我提到说，美国参院跟众议院哈，这个律师法将来要适用，包括台北律师工会，台北律师工会所有在地人会现在大概有6000个人左右。
苗栗律师公会或台东律师公会大概三四十个人左右，所以这个律师法用在台北也不合用，用在苗栗也不合用。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它就大纲原则性的这个规定就好了？这个组织架构啦、一体适用的部分的话，在律师法规定那些细则，一个案件要收多少钱，或是主区监区到底要多少费用以下的话，拜托不要放在律师法。我的看法是这样，因为你放在律师法，你以后修法又要透过律法程序，你要叫人家召开公听会，你要提出草案，你要请法务部提出草案，拜托律师界大家我们想清楚齁。那我是认为说，从草案比较下去的话，大家才能这个拉近共识跟消除对立齁。下一页，那从这个草案的比较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说，如果现在以两个草案，一个是全联会版，或是我们说周委员的版本，或是台北工会的版本，我们说之前顾立雄委员的版本的话，其实比较起来大致都差不多，只是说有些篇名章名不一样。最大的争议还在于说这个入会的部分，跟将来的一些这个组织的部分，其他其实我看起来都差不多。齁，下一页，下一页，大家可以看到齁，它后面的这个惩戒的部分啊，法则什么外国法律外国律师事务所部分几乎一模一样。齁啊，只是我在对照里面有发现说，可能有一些律法一些疏漏的问题，等下可以请周委员这边可以再注意一下，里面好像有漏一些条文这样子齁。好，下一页，在这个草案的第一个部分齁，包括这总则跟这个律师资格的部分齁，我刚刚有提到主管机关这个问题，刚才这个已经这个谈过了，只是说这个主管机关因为顾委员的版本是在司法院，所以他一些审查的机关都是在这个司法院的部分，然后这个只是因为主管机关的不同所造成的这个差异的齁，包括律训啊这些律师资格审查部分都是这样子。那第二部分就是都有新增这些承认法官检察官有受免职或撤职处分的话，不授予律师资格齁。那只是说顾委员的版本有多一项，如果说你是免除法官职务转任法官以外的其他职务这一部分，顾委员有多这一项，因为他把法官法直接把它引用进来了。那这部分已经回应了这个大家的需求，说这部分要赶快修齁，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这个在职进修的部分，刚才讨论题刚刚提到增加律师的专业能力，这个都有，而且顾委员的版本的部分，它还有包括这个专业的这个律师的这个进修专业证照的部分。我认为如果人家台北公会这个版本很好，我们全联会版本应该可以来参考啊，大家互相来比较，截长补短嘛，吼，这个是 OK 的。那在这个周委员版本里面，因为在这个立法里面有包括说，你没有领有律师证书，而且加入律师公会的话，不能使用律师或法律顾问的名称，所以在后面法则也新增这两条的规定，吼。好，下一页。那再来这一部分，这个入会的规定的部分齁，其实跟旧法比较起来，两个版本都一样啦，都是由地方律师公会要承转这个全国的律师联合会。那也都有包括大家一直在呼吁说，对这些不良的这些法官的要转任律师部分齁，其实都有限制规定的齁，这在周委员版本第四条跟顾委员的第五条里面都有这一些规定齁。然后还包括说，像涉犯一些刑法的一些已经提起公诉的话，我们都可以来拒绝入会。那只是说两个有点差异，是不准入会就据的话，那周委员版本是跟之前旧法是一样，就是说可以用请求入会的民事诉讼来救济。那顾委员版本是用行政诉讼，而且免除书院程序。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哦？这个两个版本大家可以再来考虑。那在周委员版本有机构律师的规定，那顾委员是没有。那机构律师当时是考虑说，像有些 in house 的这些律师的话，那是不是在机构律师部分需要的话，那我认为说这边台北公会可以参考看看齁。那下一页，那在这个执行职务的部分齁，最大差异当然是主监区是跟这个一地入会全国职业齁。那我刚有提到说，这个周委员版本里面主监区次，他是说择一个地方律师公会加入为主席会员啦。那现在只是说将来需不需要说只能限于一个地方律师公会作为主席会员，如果像我已经现在是两个地方公会或三个地方是主席会员的话，我以后还不是可以继续维持，我没有入会的问题，我只缴剩下缴月费，一个月缴600块啊，那缴600块我福利好多哎、欸。好，那我一定要放弃掉我苗栗，譬如说我是主区在新竹的话，我一定要放弃苗栗之前这个主会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权利吗？有没有这个必要？这个大家可以考虑。那这个一地入会全国职业的话，我们认为说它里面登记在这个顾委版本16条第一项，他说你完成入会登记可以在全国职业，只是说在收费的部分的话有一些不一样。他认为说这个如果是高院高刑高检制裁的非讼或这个就是随案征收，那这部分是给全国律师联合会。好，下一页。
那如果是这个入会的工会的话，它的递减或诉讼或非送，非入会工会的递减或诉讼或非送案件的话，我们就是给该地的这个地方律师工会哈。那收费的部分，他这边是认为说每案不能超过500元，然后每位律师每年不得合逾地方律师工会每年年度总和月费总和的一半哈。那至于最高请是不收费。那这一部分在上次刚才蔡理事长有提到，我们去拜会台北律师工会的时候有提到说。到底这个技术怎么执行？如果你们认为说技术通通是可以克服的话，那现在就克服给我们看啊！大家先讨论看看嘛。我认为这个没有什么不能讨论。如果你们的制度好，我就支持你们，就是这样简单，好不好？下一页。再回应有关于这个律师的这一些权利的部分哦，其实两个版本都有增加一些律师在法庭的这些保护的保障的部分哦，这个法条部分也都有，这个我就不详述了。然后也均有增加这些保密的义务哈，所以大部分我们在之前考虑的问题，在新旧律师法两个版本通通其实都有规定啦，差异没有那么大。OK， 下一页。那在周委员版本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律师如果担任中央或地方各级民意代表，应提请执行律师职务。这个在报纸上最近大家也在讲，应该赶快把这个加进去。就之前讲的赖淑儒条款，那个这部分我在台北工会的这个顾委员版本似乎没有看到了哈。那如果这是可行的话，那也请台北工会部分能够考虑看看。我们双方各自截长补短，我们希望这个律师法是能够大家讨论出来出去的，没有那么大的争议嘛哈。那事务所形态部分，大家其实也都差不多哈，所以这部分就不叙述了。好，下一页。那在组织的部分，这个部分哈，但我 PowerPoint 里面已经有大家都提到了哈，但是原则上大家都是用直选的方式，只是说直选产生有一些小的差异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透过再继续拜会，大家来缩小差异的方式来走。那其他可能也不方便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哦。那其他部分就请各位来参考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的部分。好，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陈律师哈。那我们再补充介绍刚刚到场的纪更彦律师，桃园律师公会的常务监事。还有蔡兆成律师，台北律师公会的理事。好，那下一位我们就请施秉慧律师，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联会的秘书长。主席跟在场的各位先进哈，恕我就不一一的称呼了哈。那律师公会全联会，我延续刚才我们那个蔡理事长的这个先行离席的这个发言哈，那其实就诚如刚才张嘉颖教授所讲到的，就是说其实今天提出的问题是在律师界长期已经也争议很久，也很多不同意见提出，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共识呢？其实在这个问题跟争议上面其实已经走了很多年，那也诚如刚才蔡理事长所说的，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再详细的报告一下，就是在第八届也就是民国98年12月19日的时候，全国理事长会议其实就这个部分是包括今天我们要所有要讨论的，包括律师公会的组织变革以及入会制度这些点，其实在那一次全国理事长会议里面就授权，由刚才蔡理事长所说到的北中南东哈，总共有9位理事长哈，以及的所有推派理事长以及9位成员哈，跟这个法务部的研修成员来做讨论。而很快的在当年哈，我们在12月27日。这个相关的小组，它其实不管就入会，哈，律师的入会会费的制度，哈，包括全联会的收费，哈，各工会组织的这个状况都有明，包括主捐区制就已经定掉了，哈。那这个主捐区定掉之后，由当时的秘书长，哈，以及这个秘书处就相关的条文其实都做了会诊，哈，跟这个法务部来做相关的联系，也做了会诊，也逐条做了会诊。这个会诊的逐条讨论，在1999年1月。好，就已经经过第八届第4次的全国理事长会议通过同意采行组监区制所以相关的制度其实在跟条文在当时都已经有了共识跟定调。那
当时的这个成员呢，在现在也都还在全联会以及各律师工会是相关的成员哈，并没有更一跟变动，有许多位都还在今天的现场哈。所以就这一点说，坦白全联会只有一个版本，有这样的共识。所以在李嘉庆理事长任内呢，就有这个版本也有送给这个行政院，再给相关的主张，我们仍然是。主张当时的这一个主见去制，并没有更议哈。那虽然后来有相关的这个意见又产生哈，但是相关意见产生，其实也就刚诚如刚才的蔡理事长所提到的，其实我们在拜会，不同工会之后，我们发现其实主见去制跟现在所提出来，当年所提出的主见去制是就各种情况跟意见会诊之后所凝聚出来一个具体可行的方式。那跟现在所提出的单一入会全国职业，其实它并没有非常遥远的距离，这也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共识，其实连接到今天大院所提出来的第二项、第三项律师工会的功能，以及我们如何协助新进律师这几点来看，其实目前律师业目前面临到的工会最需要去做的一个协助，是大量律师的录取之后，律师业务如何的扩展，产业如何去我们去做。后续的发展，我们如何得到相关的行政协助，我们工会怎么样去推动这一些领域的相关扩展的一些步骤跟模式。那在律师工会全联会，其实就分民事、刑事、行政、法服以及其他领域，我们分了五个小组在做这方面的讨论。那也就各领域相关应该人民如何使用法律，让我们国家更加的进入法治化，让整个社会包括刚才张教授所提到的院检的 loading，社会的 loading， 商业界、企业界的 loading 变得更轻，因为法律的协助、法律服务的提供，这些来做协助，我们也都提出了，在配合我们的业务推展专案小组，我们在我们那个给总统府的这个就司法国事会议里面应该所做的司法改革，我们也提出了意见。那当然这些意见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跟琢磨跟细部的研究，那这些都需要强大的工会组织。那这强大的工会组织不是只有律师工会、全联会，还包括各地方律师工会，包括各地方律师工会目前已经现有成熟的跟院检以及当地的行政机关所做的配合以及业务配合事项。那这一些目前我们包括做的异变法律辅助，那目前进行的所谓的当年做进行的交互结问，现在进行的将来参审或陪审的意见的提供，以及将来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的提供，它需要各地方工会的意见去加入。那这些东西没有各地方工会来做一个平台，引进当地的优秀律师的参与，以及凝聚各律师工会各所有律师的意见，这是没有办法达到的。那也包括了法治教育的提供、公益的参与，这些都是需要平台的。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需要谈的是如何在组织变革需要谈的时候，他需要谈的是如何强化律师工会的功能跟组织。而目前律师工会以目前的经费跟人员，欠缺专职律师，现在除了北律以外并没有专职律师，包括全联会也没有专职律师的状况之下，在推行这一些活动跟这些必要的工作的时候，确实有它的困难度。包括今天大院通知开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我们的业务当中挣扎，想要写出一个书面意见，把所有书面意见做一个会诊出来，也是有所困难的，也在于这里。所以以这个来做反应，在要强化，在我们谈组织变革要强化律师工会跟强化全联会的过程当中，不应该我想这大家最大的公约数就是我们不会去讨论如何让工会更加的弱化或者是消失，我想这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我们在拜访北律或其他工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样子大家的共识跟眼光。那在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回来讨论就是如何降低律师的职业负担，降低律师的职业负担这一点上面的话，我想这是各工会可以共同来努力的。那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说，其实目前提出的最主要争议就入会跟入会会费的争议部分，其实并没有遥远的距离，在于说其实大家对于监区会员的会费、入会费或月费应该减缩这点部分，这个部分跟当年所1999年就已经达成的主监区的共识其实并没有差异。好，那甚至我们看到的是想请各位去思考，如果当年主监区的就主监区制，它就全联会会费以及监区会员应该只缴纳三分之一月费，这些已经提出了简便具体可行的收费方式
那如果现在我们不能提出更简便，在不增加行政机关、院检机关跟律师工会的行政耗资源耗费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再去征收到这些会费 的新的制度的话，那新的制度它可能伴随着一些不确定性，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比较现在比较看到比较具体是北律提出来的所谓的这个随案征收的部分，那随案征收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它可能会增加院检跟相关行政机关的这个 loading 它的负担，而且这个征收的方式会有它的不确定性，不知道如何征收，如何辨别主监区会员，那在怎么做实案件收的时候，哪一个机关来负责做稽核跟把关，哦，这些都是问题。那在这个不确定的方案之下，那是不是律师界应该去选择，或者是大院在修改律师法的同时，就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以明确可行简便，而且不增加这一个不增加行政资源耗费的情形来做一个处理，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那另外一个就是延续刚才蔡理事长刚才提到行前方式的法的问题，其实这个也连接到我们对于律师业务的协助的部分，那在行前方式法部分既然把律师纳入，其实有很多的部分，很多业务的部分，在如果能够在律师法修正的同时列为这个是以律师的专有业务的话，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仅可以减少社会上的一些在预防纷争与未然，好，而且可以增加人民对法律服务的使用，而且对于这个行政机关的跟院检机关的这样子的负担也可以适时的加以减轻，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要提出的建议。那另外一个就是就入律师的考试的部分，大量录取的部分，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除了协助之外，就律师目前是以比例录取的状况，还是以及格录取的这个状况，会影响到进入律师市场的律师的素质，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认为在律师法修正的时候可以一并去做考量的部分，最后呢就是就这个律师法的修正，事实上有千头万绪，整套的律师法的修正条文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当时在这个北中南都已经举行了就律师制度及入收费制度举办了相关的公听会，那也产生了也得出了就是说各律师工会都应该继续存续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公约数跟结论，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律师法就目前就律师界的意见还需要再做细部的调整或修整的话，我们也建议应该就做审慎的以举办公听会的陆续举办公听会汇集意见的方式来做处理，否则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那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我们觉得最迫切最需要的还是在于这个入会的资格的部分，入会资格部分在律师法第五条，这个在大院这边我们要表达说这是迫切需要最需要修正的一条，尤其是司法院院长许院长他在这个发表这个他的看法的时候，也对于这个律师的这个律师改革部分，对这个部分也表示了相当的重视。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律师法第五条部分是最没应该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也希望能够尽速加以修正。好，谢谢我们，谢谢施律师。那下一位我们就请吴光禄律师，台中律师工会前理事长，也是全联会前理事长。主席，还有各位委员，那我们各位律师工会的代表，还有各位学者专家，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是站在这个场合，代表全联会来说明我们全联会对律师法修正的立场。尤其所谓单一入会全国职业，那当然很高兴今天还有这个公听会，而且有这个提纲。那我简单的就这提纲稍微回应一下，就第一个主管机关的问题，我想我刚蔡理事长讲过了，其实我们这个地方主管机关是要以服务为目的，不是以管理，不是以指导，所以我觉得究竟是哪个机关其实可能不是很重要，而是他的心态如果弄到司法院他还是用管理跟指导，那不是一样吗所以我觉得是法务部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是我们个人的看法那第二个就关于全联会跟各地方工会，我觉得是有区别的所以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有地方工会也有全联会，当我们这个修改法里面要不要把全国律师都纳入全联会的会员，我个人是特别表示怀疑，有没有叠床架屋，如果他加入到全联会当会员的话，全联会要不要缴会费要不要缴入会费，都是问题出来了。那第三个，那么我觉得那个全联会呢跟
那个核心业务啊，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啊，大家一直争议的全联会的各工会的核心业务，还有收费。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也曾经报告过，我们在六七月份要做公听会，刚前面也讲过了，我们的公听会的记录呢也送到大院，不知道找得到还找不到，如果找不到的话我们可以再送一份啊。我们都有把这个核心任务做了一个专题报告，还有关于收费，还有各公听会啊。那这里呢我要说明一下，大概来讲我们那会费的收法呢真的是不容易算，因为每一个公会要做什么事情，那我只能这么讲，每一个工会所做的事情是当地会员受欢迎的，那都叫做核心业务，没有说在职进修才叫做核心业务，哦，所以要看各工会他是不是受当地工会的欢迎，他的做法，哦，所以我这边要说明的。那再过来要讲的就是说，那么这会费怎么收呢？那当跟他的业务要做多跟做少有关系嘛？比如说在职进修好了，台北工会是要收费的，可是其他工会是不收费的。所以你这个要会费要怎么算，就不能用一体的标准来做一个标准啊，所以这个地方也要做一个说明。那么我们公听会呢是分北中南三区都有做，所以那个公听会的记录呢非常的详细。再过来，我觉得是说，任何一个组织的变革，最重要一点，不能让一个公会消灭，不能让任何一个公会消灭，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担心的问题。在今天我们今天来这个时候呢，我还特别把我们中部的五个工会的理事长都邀集起来，我不能说以个人的意见，我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都很忧心，有的工会会不会因为这组织的变革而消灭，大家都是担心这个问题。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每一个工会的存在都有它的核心任务，每一个工会都有它的价值，不能认为一个制度让它消灭。所以这里面我们觉得回过头来想了那么老半天，可能组监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当刚陈委员已经陈恩明陈委员他已经说明了啊，他做了一个比较。其实在上次五月份开的公听会的时候呢，我也发现了北绿呢，当他提的单一入会全国职业的版本里面，他讲的是说到各地外地去开庭的时候呢，还要再缴当地的服务费啊，随件征收，比如说每件500块。那我要说明的是说，这是非常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你今天一个律师他台北登陆了，到台中来开庭，他去在台中开庭的时候开的是法院的庭呢，那我们难道要派人在收状处去看他递的状子来了没有，看看上面有没有律师的名字，还是像税捐处一样每年到那个年终的时候到那个法院去查判决书啊，来核对，然后再叫律师补缴？那如果这个是可行的话，那地检署怎么办呢？那地检署侦查中根本就无从查起啊，因为侦查秘密嘛，所以这个根本就是非常自然难行，我一直说根本做不到。其实主监区就无形中就代替了嘛，因为你监区就等于是个统包的交的服务费的概念嘛，就是用这个概念来讲，这个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一次解决嘛。那至于说监区的会费要多少钱来啊，是三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我觉得这是不是应该要放在工会的章程，不需要放在律师法里面，因为每一个工会他需要多少钱或者是费用，那是不是放在章程，甚至应该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律师法修法应该只要就大纲来规定啊，那个原则来规定，至于细节是不是可以交由我们全联会来处理啊，或者我们全联会跟各地方工会来协调。那我这边也要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其实我们开公听会的结果呢，大家也都知道，大概的结论就是1:14了啊，大概14个工会都是主张维持主监区啊，14个工会都是维持主监区。那第六个就是全联会的选举，当有人说以前是威权，以前是戒严，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现在一定要民主，一定要直接选举，就好像主管机关一样。戒严的时期跟现在民主的时期是不一样的。我个人是对这个是不再赞成的啊，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嘛啊，这跟戒严不戒严有什么关系啊？主要是服务的好，服务不好，是不是？就像我们法务部是不是能够拨充足的经费来让我们办律训工作？如果今天给司法院，司法院能拨吗？司法院也没钱嘛。我们都跟司法院交涉的结果都知道，司法院也很穷啊。要钱的时候，每一个机关都叫很穷，是不是？那所以这个时候根本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了。当然，如果说立法院到我们的主管机关，我也很赞成这样。立法院可以多拨经费给我们，甚至全国律师都不要缴会费，立法院全国拨钱，那我当然最赞成。那我们就隶属于立法院也非常好。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说的是说，
选举是不是一定要直接选举啊？我们目前的选举制度难道不好吗？那我要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律师有时候很冷漠，就像我们选评鉴委员，选法院评鉴委法官评鉴委员检察官评鉴委员，回收的票才1800多票，寄出去了9000多份才回来1800多份，你说这个够民主吗？有没有代表性？所以我觉得是说，如果用直接选举，会不会变成政治的社会上政治的选举那一套都拿到我们律师团体来了？这是我非常忧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目前由各工会推代表，代表在推理监事，再来推选，并没有自爱难行嘛。哦，也我要顺便报告一下，就好像我们主监区台北桃园也都实施的主监区，也没有自爱难行嘛。哦，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制度如果没有自爱难行的话，是不是不要轻易变更？再过来我们讲到执行律师的业务啊，那个执行律师业务的市场，当然这个大家都很关心。在我们全联会的立场，也是希望像刚第一位张教授有讲的，是不是强制代理的问题，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也很希望司法院，当然司法院呢也很重视，也邀请了中央研究院来做个实证调查。但是也要跟大家讲，我们也非常的寒心，我们发了9000多份的问卷才回来700多份，所以委员也可以知道律师的关心究竟关心到哪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一讲到强制代理，我在台中工会提了这个问题，马上就有人反对了，说他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他说被法服拿走了，强制代理的案件被法服拿走了，他说我们一般律师根本不可能得到案件。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涉及到目前一个法律辅助制度的问题，是不是说强制代理就会造成这个问题？当然这也涉及到法律辅助法是不是要只对弱势辅助，而不是说一律要辅助。那这边我提供一个经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看到最近川普跟我们蔡总统通电话的事件，我看报上登了一个新闻，说是美国参议员杜尔的帮忙，因为杜尔呢他的律师事务所呢可以帮助各国去游说，可以帮助政治人物安排。我不知道我们的律师能不能做这个工作，如果这也是我们律师的业务范围，那当我们律师业务非常好。但是我想是不是可以看美国为什么律师那么多，因为他律师做得很广嘛，他连这个政治人物的安排都可以包括。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我们在美国的代表处都居然有聘律师当法律顾问，可是我们在国内各机关有聘律师当法律顾问的吗？没有啊，很奇怪啊，在国外有聘，在国内都不聘了，他为什么不多聘几个当法律顾问呢？是不是应该是不是要强制规定政府机关都要聘法律顾问？再过来我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在广州今年10月份去广州去拜访了一下，我发觉广东省有一个比我们还进步的一个做法，他规定所有的村居委会都要聘一位律师当法律顾问，而这个法律顾问是由律协派出来的，而且这个法律顾问不是免费的，他的费用是由当地的村居委会负担50%或者是60%，然后50%或者40%看财力，剩下的呢就由省来负担。我以为他是骗我的，后来坐计程车问计程车司机有没有这回事，他说真的有这回事。那我说你觉得很好吗？他很好啊，我们有问题都找了个律师问啊，而且我们随时的律师每个月都来跟我们见一次面啊。所以刚刚讲到律师业务的拓展，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向大陆来学习这一块，规定政府机关，规定所有的村所有的里都一定要聘法律顾问，而且由当地的律师工会来安排，那费用是要支付的。好，谢谢。好，我们谢谢吴律师，好，吴前理事长。那下一位我们就请李庆松律师，台中律师工会的前理事长。主席，各位委员，法务部及司法院的代表，还有我们律师同道，还有各位学者专家，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律师法的修正的公听会。那我想我在从律师法的这个定位上，那么提个人几个意见。当然，当然我们讲到的这个律师的自治精神、律师的定位，我这两天就特别去翻了一下，跟我们在我们身旁的会计师、建筑师、医师他们的这些相关法令有什么不一样。会计师法总共有81条，有关全联会的条文有2条，59条，还有60条。他的60条只有定全联会章程应该明载业务评鉴、职业道德、纪律、公共政策、国际事务、专业交易、会员纷争等调节性功能及其执行方式。医师法有43条，
只有四条规定律师工会的全联会，建筑师法有57条，只有3条规定到建筑工会的全联会。我们律师法呢规定呢，周委员版本有138条，顾委员的115条。我们有关全联会的呢，是从60条到72条有关全联会的这些规定，形式上好像是强化了我们律师工会的功能，实质上我们认为它是限制而且弱化了全联会的功能。因为我们认为律师法是律师界的宪法，它不应该规定到那么细，自私一分，而且挂一漏万或挂万漏一都有可能。为什么？第一个，我们从律师法大家可以来看，我们的律师法规定的太细了，除了实体法以外，程序法都规定在里面。当然，这是我们法律人的特性，法律人最会定法律，最会想条文，所以这四师专业的律师，这些专业人员，我们的法律是最多的，人家的2倍甚至到3倍。但事实上，我刚刚讲的，他的实体法跟程序法规定在一起以后呢，规定的太细，而且马上规定，马上会有适用的问题。譬如说，我们委员的版本，两位委员、周委员、顾委员的版本里面，75条或顾委员的6266条，或这个周委员的75条跟这个79条，有关移送惩戒的部分，他移送惩戒里面，他说移送理由书应载明被惩戒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住居所及其他文件。各位，最近为了这个所谓的性别的认同，为了所谓多元成家，大家在社会很多的争议。各位，这个律师法定下去以后，过了2年马上不能用。当你要移送一个律师的时候，你跟他讲要写性别，律师法规定的啊，那会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律师法会规定到这么细，连其他足以辨别证明文件都要写？再来，我们的回避条文里面讲到说，这个律师的惩戒，那如果这些惩戒的委员跟这些所谓被惩戒人的有配偶或其他家属、其他法律的关系，要回避。什么叫家属？什么叫配偶？各位，在目前的立法院的定，法律在2年、3年会是怎么变？不知道。你在这个整个的律师的惩戒制度，把它定在律师法里面以后呢，对于这个所谓的家属、配偶，假设如果有法律的变更的话，我们这一个律师法是马上要修。我们律师法弄了十几年，据我所知，十几年前的老前辈告诉我们，十几年前没有修成，十几年后现在好不容易来动，动了以后马上又面临问题呢。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律师法事实上在修订上，我比较建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定得太细了。它应该像属全国律师事项，应该在律师法定，其他的应该由全联会授权，由全联会就像其他的法律，就像建筑师法、会计师法一样，由律师工会全联会来授权它来制定，这才是强化全联会的立法方法。再来，就选举制度来看，我们当然认为适度的延长全联会理事长的任期之后，我们也赞成啊，强化他的功能。另外，在修正条文67条讲到全联会的理监事，其中呢有一半的是处于地方工会的理事长来担任，那他会牵涉到一个问题：地方工会理事长的任期跟全联会不一致。当地方工会理事长如果来当全联会理事的时候，当他任期到的话，那依这个条文，新任的理事长就会变为全联会理事长，理事看似没有问题，但是当这个卸任的理事长，如果他是全联会的常务理事，这常务理事又是要被选举而来，那么这个时候换的这个理事长下去，新的理事长来，没有经过选举，可不可为当然的理事、常务理事？这是个问题哦。所以在这个法律的制定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为什么在律师法里面规定呢？全联会的会员必须由全国的律师来为会员呢？我想在立法理由里面讲到说，因为全联会啊代表全国，所以他就必须为全体的会员。那立法院的立法员都是由全国的老百姓来选举，我们全国老百姓好像都不是立法院里面的委员或里面的分子之一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代表制是可以行之有年，而且很多的机关、很多的选举都是用代表制嘛，所以我们认为把所有全国的律师、
把它列入为全联会的会员，我们认为在逻辑上不必然一定要这样，而且在以后的实务运作上，在我们当过地方工会在场很多的包括委员都是当过地方工会的理事长都知道，如果把全联各委员都当为全联会的会员的话，把律师都当为全联会员的话，那么以后在很多的事项的执行或选举上都会有挚爱难行，而且会有效力不彰的问题，所以我们会认为还是维持所谓的代表制，我们会觉得比较这个合适。再来会费的收取，我想这是在不管在所谓主监区或单一入会全国职业等等，都会在吵着这个所谓的会费怎么收。那我们认为，全国各地方工会的会费如何收取，在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要授权全联会来召集全国律师工会来协商制定，因为每个工会有它的核心的事项，而且我们认为应该尊重各地方工会他们的会员的需求去办理它的核心事项，而且我们也要回应年轻的律师或我们现在目前因为律师的大量录取职业上的负担，为了减轻所有律师的这个职业负担，全联会当然有义务来召集各地方工会那么来协商。那现在我们发现不管各地方工会或全联会所提出的会费的收取等等，这个都是个试算，因为没有任何实证研究说会费合理的费用是多少，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实证研究。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认为说律师法的修订是不是要把这个律师会怎么收呢拉到这么高的层次来，大家来为了这个问题来争议不休呢，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而且没有实意，而且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我们认为就一会费的收取，我认为全国不管北立中立或各地方工会都有一致的看法，就是我们应该要减轻律师的职业负担以及他的职业门槛，这都应该的。但是这个不是在律师法里面，大家在那边用一个条文两个来解决，没有一个律师法可以规定说你应该要收多少钱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就如我们刚刚所说，因为为了强化健全强化全联会还有健全地方工会以及减轻律师的职业负担，我们认为应该由全联会授权全联会来召集各地方工会来做这个处理。对于所谓单一入会全国职业或主监区，我们认为应该主张的是应该要主监区，如同刚刚所述的各地方工会都应该存在。因为我来自台中，所以我非常注意到台中的在县市省合并之前呢，有台中医师工会跟台中市医师工会跟台中县医师工会，但是在合并之后呢，大院在101年12月19号修订了这个医师法，里面修订说在行政区域这个变更之前已经成立的工会还让它存在，所以台中县合并市合并以后，目前有两个医师工会，一个叫台中市医师工会，一个叫台中医师工会，一个叫大台中医师工会。大院的立法理由就讲说，各职业工会成立先后，多数团体都已经经营数十年，且拥有自由的资产、文化与共识。行政区域调整变更在后，若依原条文断然强制其合并或解散，有违信赖保护原则。甚至在立法理由的第三项里面也讲到，依据宪法14条以及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第22条规定，人民有结社的自由，政府不应该限制其数量等等。所以他认为，在这个工会在限制合并以前存在的，还要让它存在。所以台中市就很特殊，很特殊，有两个医师工会。所以由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地方工会对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各专业团体的工会。所以我们不管是任何制度，我们认为它的运作不能让任何地方工会去消失。那么在这种情形，我们经过我们的这个全国16个工会以前还有一些前辈的研究，认为主监区是目前必须律师法必须变革之下最妥适而且最好的一个这个制度，我也赞成应该要维持主监区。另外对于律师这个大量录取，我们认为这时代的趋势不可能再往回走，换句话说只是量增加的时间慢而已，而不是说不会增加。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应该对律师这大量录取如何来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认为应该要组织
这个研究，而且像到国外去做一些考察，像日本现在很多的律师也是大量录取，他们有一套的制度。那当然律师界他不是政府机关，政府不会编预算去考察，我们律师全联会可以来担当这个责任，我们可以去出国考察，看各国对律师大量录取以后律师的业务如何拓展，而不是律师只有定位在法庭诉讼而已。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律师界可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也认为建议大院呢在修法上这一部分也不要太快，希望我们研究考察之后呢来征询我们的院检还有我们的学术机关这些意见，我们做成譬如说中间报告还有最后的期末报告，那么来做一个详细的研究。因为今天律师的增加不如果这一部分没有解决的话，只有在诉讼上来争这个诉讼的大饼，我认为律师界一样存在了很多的问题。今天的单一入会全国职业等等，就是因为律师的业务减少。假设今天每个律师都非常忙，都大家都忙着在开庭，我看不会来讨论一个要收费700或500，也不会有空今天来开这个公听会。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谢谢各位。好，我们谢谢 李律师。那下一位，我们去请黄雅平律师，他是台南律师公会的理事长。大家好，非常感谢主席今天能够在召开本那个有关律师法修法的公听会。那么，其实，在今天的公听会的时候，我们听到来自各方的意见。那我今天是以台南律师公会理事长的身份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在台南律师公会为什么要积极的来就这个部分表态。那么刚才主席开宗明义就讲，律师法第一条就有特别规定到律师要本于自律自治精神，然后诚正信实的执行职务。那么我们在这次的律师法草案里面，第一条几乎是原封不动的，没有修正，只有做文字修正而已。所以表示历年来大家对于律师应有的职务职项它是确认的，但是从民国1995年到现在，律师法这样子的修法期间，难道各地方公会他没有督促他的会员要增进他的专业能力，没有督促他的会员要提升他的服务品质，难道没有督促他的会员做公益服务吗？全联会每年的律师节庆祝大会都会表扬公益律师，我们的公益律师从个人律师到团体律师都有。那么各个地方公会的公益事项绝对不会仅有说我们要定了一个法，定了一个约束或定了一个法则，我们的律师才会去从事公益活动。那么台南律师公会在这个部分，我想它是全国律师公会里面唯一一个从民国64年到现在都从不间断的从事法律咨询服务的公会。我们在律师公会这样子的员额不足的情况下，经费不够的情况下，我们从民国64年做到现在，而我们的律师从法律咨询以外的部分，我们一样有做中实化案件的协助，所以这个部分的公益绝对不会是说我们必须要订立律师法，或者订立一个条文，或者一个法则，我们才来做公益事项。那我们甚至在律师法都没有任何限制的时候，公会章程就已经在这部分做制定。所以我想这个公益参与的部分，它是一个宣示性效果大于一切，而落实的是在各地方公会，而各地方公会才是真正对口单位之一。所以我刚才那个吴光禄大理事长之前就有提到，就是说每一个公会都不能消失，是因为它因应各个地方的所需而为之。那么刚才我们有听到说要增进专业能力，那么专业能力的部分，其实我们每一个公会都有做在职进修，甚至我们最近才听闻是新竹律师公会想要跟学校、跟工研院、跟实务界合办一个科技法律师的一个专业培训，而台南律师公会这边他也想要做商法的学程培训。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说，万一将来真的有一个专业证照的一个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个一定不会是由法律的规定，而是要落实在各地方公会来做。所以为什么各地方公会不能消失的原因在这边。那么服务品质的部分，我们不仅仅督促我们自律的会员，我们在风纪方面要做，
我们也在我们每一次的理监事会议上面，针对是否符合具有律师资格及没有消极资格的律师加入工会。台南律师工会最近就是因为拒绝了一位前司法人员而目前在打官司中确认会员资格存在的诉讼。我们表示说，纵令目前的修法草案中有这样的规定，可是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我们只能用还没有修法的律师法说，我们不得不向台北律师工会说含泪同意。我们律师必须要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必须要让他知道说，没有争议的，大家引领期盼的这种修法，为什么不能够先修？没有争议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先做？而是要把它绑在一个整个律师法里面，我们来说啊，我们要等整部律师法都做好之后才去修。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这是我们各地方工会最为难的地方，明明知道它是不符合现行潮流的一个规范，可是我们不得不一定要让他加入工会吗？好，这个时候是我们很为难的地方。好，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第一个大纲的部分就是跟委员报告是说，在律师法这种自律自治的精神之下，其实各地方工会都有在做。那各地方工会的核心业务其实也不沾于这些专业能力、服务品质跟公益参与，我们还有包括跟各个地方法院、各个地方地检署的部分的参与。那其实很多同道会认为说，啊，没有关系啊，我们可能有总会制就可以啦，或者是我们一个全联会制就好啦，或者是一个大会制就好啦。可是像我们最近就有律师指导律师带着学习律师要去看守所接见被告的时候，竟然被检察官制止不得带律师学习律师进去。那我们马上就翻阅相关的法规，然后直接拜会检察长，之后马上就是可以准许所有指导律师可以带着律师证学习律师进入看守所学习如何会面会客哈。所以表示说它是有一个立即性跟积极性的状况。那关于我们这个跳，因为时间关系我直接跳到第四项，那个一百年来考试者制度大幅的录取，所以我去翻了一下司法院的统计表，从民国95年到104年间，到底我们的业务那个法院内的业务量数量的统计表为何？从民事诉讼来讲的话，从民国95年一整年度是185万余件，到了104年只剩105万余件，减缩了43%。但是我们的律师呢？从民国95年到104年呢，增加了5000人。所有的执行业务的范围，其实经过统计表，其实大部分集中在台北、新北跟士林。所以整个的业务分配量其实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情况。所以律师制度的变革，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说，如何让我们目前已经取得律师执照的律师，能够在这个市场中适当的来运作。那我很敬佩的就是说，台中律师工会他们就修复式司法的部分做得不错，所以他这个部分不仅仅是让他们的律师们他可以做法院内的修复式司法，他甚至推广到跟市政府的教育局、劳工局，甚至走入校园卫生局，这个所有的部分他都做修复关系。所以我觉得不是只有在诉讼案件我们要让律师做强制代理以外，我们还要推广的是非讼部分 的能力的加强，而这个律师工会就是要站出来做。那这个工会要做这些的部分必须要有经费，但是如果依照 北律的版本的话，显然我们所有的各地方工会都没有办法因应当地市场的需求去给自己的新进律师们适当的教育训练跟适当的那个管道联系跟窗口。所以其实站在一个工会理事长的身份来讲的话，虽然我即将卸任，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延续性的把这个目的性的作为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那各个地方工会发展其他的目的事业，发展它的特色，然后为自己的各地方工会的会员谋求最大的福利，我想这是律师法修法最大的目的。好，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黄律师。好，那现在我们现在再补充介绍哈，刚刚进来的许春正所长，他要
台湾海洋大学法律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哈。那因为许所长他要在赶时间，所以我们就让他先发言。好，那许所长请。主席，各位先进，很不好意思啊，跟各位插队啊，但是我其实我前两天已经先报备了，说我今天大概十点半左右会先报告哈。这个律师法修法公听会啊，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直接进入主题啊。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啊，由各委员召开的公听会的时候，我也参加过啊。那时候基本上，我个人的观点报告实际上大致上就是说我在这里再说明一次。第一点，我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这个强制入会的合宪性啊，强制入会的合宪性，基本上这在我们国家叫业必归会了，哦，业必归会。除了这个职业工会之外，我们其他的各大大小小的其他的商业工会也要加入工会，叫业必归会。那业必归会呢，它限制人民的第一个当然工作权啊，第二个没有工作他财产不会累积，限制财产权啊，第三个它会限制人民的最大的结社自由，结社自由。然后呢，也有可能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等等啊，因为他透过工会去对外发表言论，那这个言论呢，好像就是代表他一样。好，所以会有这些基本权的疑虑。那基本上在我国就是要符合宪法23条的规定，啊，符合宪法23条比例原则、法律保留等等。那这一点呢，啊，在我国尤其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工会都是司法人，啊，这在德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司法人怎么有可能强制人民去加入工会？那在我国呢，因为我们虽然叫做工会啊，叫做工会啊，其实是书会啦，啊，其实都是。民实不太相符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国家这个司法人要叫人民强制加入工会，不管职业工会、产业工会也好，都要一个更强烈的，正当性、正当化的理由。那这个在德国呢，他们如何去正当化它呢？基本上他们认为工会有四个任务，一个就是一般行政管理的任务，一个叫做利益代言的任务，一个叫做它的。促进啊，对内促进会员的这个福利的功能，还有一个第四个叫纪律的功能。那在德国呢，透过这四个功能，因为它是一个正当的公共任务，所以它可以强制入会啊，它可以强制入会。那我们国家呢，基本上呢，以目前来看呢，几十年的历史下来，我们还是要必须承认说，我们的工会虽然是司法人，采取强制入会，基本上还是合宪的啦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第二点就是这个所谓单一工会全国职业的问题了哈，我们在上次讨论的时候，很多人是模糊的焦点，认为说单一入会以后就没有地方工会，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了哈。我想大家都是法律专家，对这个主题议题啊应该很清楚，我们不是要消灭地方工会啊。那我主张也是单一入会全国职业，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讲强制入会就已经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它要符合宪法所谓的必要，所以必要其中一个叫做最小侵害，侵害它的人民的程度是最小的。那我们这里呢，如果透过加入单一工会就能够达到我们前面讲的四个功能，那为什么要强制它加入两个工会？这样就变成是重复代表了，所谓重复代表，那它重复去交两份，会费，加入两个工会，其实获得到的是一样的。那就是有违反那个宪法所谓的必要，就违反比例原则的嫌疑，所以我认为律师法21条是应该要修改的。那第三点呢，这里我要谈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强制入会跟强制会员制，啊，这个稍微有点差异。我们的律师法11条规定了，就是说律师非加入工会不得执行义务，这个叫强制入会制。强制入会的意思就是说，你负有一个加入工会的义务。你有一个申请工会的义务，可是呢，另外一种叫强制会员制，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你只要律师，你就当然成为工会的会员，不需要再去申请加入了，不需要再去申请加入啊。这两个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在义务是在前头，还是义务是在后头？如果你是强制会员制的话，那你就是事后产生缴交会费啦，遵守各种工会的规定的义务而已啊。这是两个的不同。那我个人认为说，在这种强制会员制底下，即使工会也不能令他出会啊，也不能说去审核他的有没有入会的资格。那我认为是强制会员制会比较适合我们的职业工会，而不是强制入会。好，你只要是律师，你就当然成为会员啊。之后呢，我们再来谈你的会费、谈你的职业等等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是比较适合的。那因此呢，综合前面第二点跟第三点，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律师法十一条跟二十一条第一项要修正为律师为其主事务所所在地律师工会之会员。啊，有时候他是受雇律师呢，那主律师事务所就改成律师为其受雇事务所所在地之工会的会员。啊，这样就是采取所谓的这个强制会员制而不是强制入会制的精神。第四点我要谈的就是律师工会跟会员之间的关系。律师工会跟个别律师之间的关系在德国是一个公法关系，因为他是公法人。那在我国呢，我基本上应该采取司法人的立场，是司法的关系，司法关系。那在司法关系里面啊，这里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很多的矛盾啊。刚才讲的要你强制入会，刚才讲例如说现在有人提议想要去实质审查律师的入会权，那这个等于是在他工作权之外又额外又加了一个限制。那我们要问的就是说，作为一个司法人，这是对工作权的限制，我们可以去这样子去筛选吗？透过国家考试没有问题，国家公权力的执行啊，说你符合这个资格，然后你就可以去执行律师业务。那律师工会作为一个司法人的话，他是不是还适合说再去在这里做一个怎么样的筛选？我认为这个从限制人民基本权的角度来看，恐怕要有很强烈的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这个依据才可以。也就是说，律师法必须要在这里面啊有相当程度的授权，说把这个审核的公权力啊再委托给律师工会啊，这样才比较有可能啊。第五点呢，这个全联会跟各地区工会还有跟律师之间的关系啊的法律关系。全联会啊，它基本上是一个社团法人组成的社团法人，社团法人组成的社团法人，也就是说，全联会的会员是法人，不是自然人啊，不是自然人。所以，全联会跟他的分子会员的关系是只存在全联会跟工会之间，不存在全联会跟个别自然人律师之间。那这关于这一点呢、啊，我上次有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律师法十五条第二项授权全联会制定伦理规范。然后透过这个伦理规范的时候呢，他还来限制个人律师，这个中间有一个规范的落差，因为他不是他的会员，你司法人的章程只能规定你自己的会员，你怎么有可能去规定其他人呢？啊，律师自然这才在这个时候是第三人的立场。那上一次有先进当然指正我了，说这个是律师法十五条第二项的授权呢、啊，可是我们读法律都知道，法律有授权不代表合宪，啊，这里还要经过一个合宪性的检验。这个就是现在有人在讨论说，为什么全联会要直选？直选以后，它就是有一个正当性的基础，然后它就可以当然来规范你自然会员了啊。不过以我立场了，我是认为全联会是一个会员社团组成的社团，它的会员呢还是社团。那要如何透过这个全联会的例如说律师伦理规范去拘束个人的会员呢？必须要这些各该地方工会再把这个章程，再把这个伦理规范再转换一次，成为他们自己的伦理规范之后才可以拘束个人啊，这是一个规范的。还有一点就是说，全联会不是地方工会的上级机关，全联会的功能是一个综合协调，在全国代表律师去发言，所谓的利益代言的功能，它不是全国，它不是各地方工会的上级机关啊，它是一个协调联系的功能。第六点呢、啊，叫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这个律师法，我们很多法规都有这样的名词，其实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不是很正确的名词了。那我这边简单的说，律师法十二条，我建议修改为律师工会之监督机关为法务部，然后呢，法务部只能做法律监督，要明白规定是法律监督。什么叫法律监督？看看你有没有违法，没有违法，剩下就是你的自己的自治范围了。你只要不违法就可以，这叫法律监督。而且呢，必须是监督机关必须是法务部，它不会是司法院，因为司法院是一个。按照宪法的原意，它是一个法院，司法院不是一个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这里才会去监督人民团体，啊，所以不会是这个那所谓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我基本上认为这个名词啊是有疑义的了哈。所以律师工会的监督机关是法务部，这个在德国也是一样的啊。虽然他们是在公法，第七点，在职进修，在职进修是我们所谓自由业者啊，专技人员的基本的职业义务，这个当然是必须要有在职进修。第八点，律师惩戒的部分呢、啊，我除了建议要诉讼化之外，我建议把它回归到行政诉讼，因为这是一个公法的关系，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放在最高法院、放在高等法院，是一个民事
比较民事或者说这种普通法院，因为这是一个公法的事件，所以律师程序应该回归到行政诉讼这边会比较恰当啊。好，以上就是简短我个人的见解，谢谢各位。好，我们谢谢我们许所长哈。那下一位，下一位我们请蔡兆成律师哈，那是台北工会的理事。那蔡兆成律师讲完之后呢，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哈，那我们再继续。好，谢谢。主席、尤委员、周委员，还有各位前辈、各位先进，大家好。那个，我今天要报告的是针对讨论提纲的第三项，就是有关这个全联会的组织，还有各地方工会之间的关系，那还有这个单一入会的这个部分的议题。好，那么接着刚刚这个许所长的发言呢，我想先补充说明有关这个单一入会全国职业的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参考，我先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几位先进都提到说一个顾虑，说这个地方工会会因为单一入会而消失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先看，就是说台湾有其他的这个专业人员，像会计师、建筑师，还有医师哈。会计师也是采单一入会全国职业，好，没有什么组监区这样的制度。好，那建筑师呢也是一样，好，甚至他还在建筑师法第28条规定说，开业建筑师呢以加入一个直辖市或县建筑师工会为限，好，只能加入一个，不能再加入其他的。那么医师的部分呢？他原则上也是加入一个工会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他要跨区，跨区，比如说你要在你本身是台大的医师，那你要到桃园的荣总或者是长庚医院去兼看诊的话，那个是要地方卫生局的同意，但是他也不需要再去加入另外一个工会，所以其他的这些专业人员呢，都是加入一个工会就可以了。那他有没有发生说这个目前几位这个地方工会的会员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那地方工会不会消失吗？我们现在也没有听说哪一个县市就没有建筑师工会，就没有医师工会，然后当地的人会看不到医生，或者找不到建筑师帮他盖房子，好，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过滤的一个问题了？哈，那么像美国它那么大，很多州。他强制入会是针对全州的工会在强制入会，地方工会他很多是自愿性参加，不参加也可以，他加入就是加入一个州的工会，那还是有很多地方有地方工会，他如果有这个需要，他当地就是会组成这个地方工会，也没有说因为这样然后那个地方的这个法院就没有工会的这个问题。所以很多其实我们刚刚讨论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落实到实务上去看这个实证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这个是针对第一个部分我的发言。好，那么有关这个全联会的组织的这个问题，我刚刚也很仔细的听了几位地方工会的这个代表的意见，那都很宝贵。但是我想我们学法律的嘛，讨论这个民间团体的组成，这个基本的就是要符合一个民主的原则，那民主的原则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票票等值嘛。那么现在呢，全联会的组成呢，就是一个票票不等值，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一个现象。好，就是说呢，它由这个地方工会以团体会员的方式来组成，然后呢，台北工会呢，到我们昨天开理监事会有7000个会员，我们台北工会已经有7000个会员。那其他的地方工会呢，加起来全部都加起来可能连一半都不到，连台北工会的一半都不到。那就这个代表性来讲，目前的理监事的组成或者说全联会的决议都没有办法反映这个现实。那当然可能地方工会会讲说，可是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区域的均衡啊来代表啊，那这个是可以考虑，只是说你不能扭曲到说变得说那个轻重已经完全天平已经倒到
导到就是说你完全没有平衡可言啊，这个是一个目前来讲就全人会的组织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那目前草案的设计上来讲，其实就这个票票等值的这个部分呢，它还是不是很均衡的啊，不是很均衡。我们先参考一下，就是说其他的工会它怎么做哈。我这里我准备了一个表格，有一个对照了哈。那因为我这是昨天开夜车整理的，所以我只准备了几份放在这个业委员这边。那如果说有其他工会有兴趣，可以去拿来看哈。我稍微简单的讲一下哈，像会计师呢，他的地方工会是省市啊，也就是省跟直辖市才有地方工会，他没有县市地方工会哈。然后呢，他各省市会计师工会至少要有一个当选理事的保障名额，啊，所以他只有省跟直辖市有保障名额，啊，就不会说各县市，所以名额没有那么多啦。那算起来，在五都加上省的话，可能就只有五六个这样子。然后理事呢，他有21个，啊，所以他不会有这个轻重失衡的这个问题。建筑师呢，他是直辖市跟县市都可以组成地方工会，啊，但是他没有保障名额。他没有各县市有保障名额，好，他理事呢是不超过35人，监事不超过11个人，好，那么会计师跟建筑师呢？会计师他的会员代表哈是每50个人增派一人，啊，基本呢是10个人就可以有一个做会员代表，但是每增加50个人就增派一人。建筑师呢，他是会员人数低于好，就地方工会会员人数低于40个的话，他有2个代表。超过40个的话呢，每增加20个，再增加一个会员代表。那如果我们现在来比较这个现在游委员提的草案哈，它是每100个会员啊，就地方工会每100个会员呢，可以有一个会员代表。所以如果跟会计师还有建筑师比较来讲哈，就是说那个稀释的程度啊，那个稀释的程度已经比会计师跟建筑师更。就是说他更能够兼顾到地方工会的这个情况了，因为地方工会我们现在草案，不管是周委员的草案或者是游委员的草案，都已经明定说地方工会的理事长就是当然的理事了，哦，所以在我来看，如果我们跟会计师还有建筑师来比较来讲，哦，这个地方工会的权益已经受到其实已经有点过度的保护了，哦，但是我们台北工会也是还是支持这个草案，哦，就是为了说能够让这个草案能够顺利通过。好，那医师的部分，哦，他们讲的其实我是觉得有点复杂，哦，他们是在台湾的是6个区，台北区、北区、中区、南区、高屏区、东区6个区，然后每一区呢，他的里监事的名额呢是用无记名的联记法来选，哦，然后呢到底每一区的人数是多少呢，是每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6个月前的理事会再去瞧说到底每一区可以选多少个，这个我觉得实在是搞得太复杂，而且你等于是起了很多争端了，每一次都要再去为这个事情再争议一次，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好 的方案。但是如果参考他的理事人数是45个，那45个他各区就是说各县市也是一样有一个保障名额，那我就觉得这个轻重失衡的程度呢是比较没那么严重，啊，会比较没那么严重。那我们来看这个游委员的草案呢，这里面是提说理事是48个，啊，所以跟这个医师工会的这个比较相近了，啊，我是不是还有1分多钟？好，所以就理事的人数的部分呢，我想就是说我们比较支持的是游委员的草案里面所讲的这个48位会是比较能够符合我们基本的民主的原则，就是一个票票等值的精神，那兼顾到地方工会的这个发言权的一个保障，那能够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平衡。好，那么有关会费的部分，这3个工会呢都是统一由这个团体会员呢先向他们的会员征收，然后呢再交到全联会，然后就是有入会费，然后又有常年会费。那入会费呢是这个会计师呢是
这个还蛮有趣的，它是用会员代表的名额来计算，每一个会员代表呢要5000块，那常年会费呢是以团体会员的会员人数 来估算，每一个人缴200块，那这里我就不再详细讲这个内容了，都大概就是其实都差不多是这样。好，那么所以呢，我想再总结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说谈到说单一入会或者说是兼主兼区这个制度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啦，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律师跨区执业依照律师法是要惩戒的，对不对？那这个惩戒谁在惩戒？是他原来所属的他加入的工会的工会在惩戒，并不是他跨区以后在惩戒，所以也不会有发生说这种就是说跨区然后就这个律师变得没有人管的这种情况。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先报告到这里。好，谢谢。好，谢谢蔡律师。那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好，那休息完毕呢，我们就让纪根彦纪律师发言。好，谢谢。
好，那我们继续哈。那下一位，我们就请纪更彦纪律师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法学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就讨论提纲的部分，我想第一点的部分，这个部分我是比较建议，就是说，只做在律师法上只做原则性的规定，然后让委由这个全联会。或各地方工会来以章程的方式来做。那第二个部分就主要部分是在所谓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部分。那我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就跟刚刚海大教授讲的，我觉得说他只是应该来讲，就是就所谓的行政事项来做一个监督，而不是做所谓的管理啊，以及侵入所谓内部事项。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主管机关究竟是哪一个单位，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应该是说，就他所执掌的范围，只管到所谓的行政的部分，而不急于所谓内部的事务了。那我想，今天应该律师法比较有争议性的，应该是在第三点的这个部分了。那律师法比较有争议性在第三点的部分，事实上现在的全联会是当时律师法规定七个以上工会发起组成的一个中华民国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那现在的法案的部分好像把它改成中华民国律师以是以律师个人为名义的所达成的一个组成的一个联合会啊。那我觉得说这个部分事实上跟原来立法的意旨不一样，因为事实上联合会我们认为说还是应该以团体会员为主，而不是以个人会员为主。那个人会员的部分应该还是属于各地方工会，由各地方工会来统辖。因为我想认为说这个部分比较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律师法的部分，我们认为说在这个所谓律师组织的部分规定的过于庞杂，把一些事项应该是属于律师工会团体自治自律的事项全部都定在法里面。我们认为说这样的一个立法方式会让这个团体将来因为没有办法因应时代的潮流或是这个变更而没有办法做一个很便利的用章程的方式来做，所以我们认为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希望就是说律师法的规定就这个部分应该要有一个简易性啊。那其实单一入会跟组监区制两个制度没有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了，没有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啊。刚刚蔡律师有讲到说他有提到其他的事师的建筑师、医师、会计师。那律师为什么我们主张组监区不采单一入会全国职业？我想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法规定他要能够执行，如果不能够执行，就等于是虚设。单一入会全国职业在北律的版本里面，他有讲到一个所谓随案征收。刚刚台中律师工会的吴律师也讲到，怎么随案征收？如果将来不可行的时候，那是不是就不征收？那不征收的结果跟现在的情形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说组监区至少就会员的会籍的部分能够做一个管制，方便管制。当然建筑师法，建筑师他主要的业务是设计盖房子，他要挂建造在各县市政府都有登录都有登记，所以你有没有跨区很快知道。医师你要开业，你要开当诊所的时候，你必须要到各地区卫生局卫生所去登记，所以你在哪里执业其实也很容易管制。会计师你大部分的部分是签证，它对应的是国税局，你有没有签证，哪一个国税局，你哪一家公司有没有签证，很容易知道。律师呢，今天你在哪里有一个案子，谁知道？当然我们相信律师会诚实申报啦，我们也是相信律师都是诚实的，因为我们第一条就这样规定嘛，第一条律师法第一条就是要诚正信实执行职务。但是如果没有呢，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管控？就像，其实以目前来讲，国税局在查我们的税，他有办法从司法院的网站、公开网站上列出你所有的判决，你每同年度，等于是同年度判决的判决书上有你的名字，他都可以拿到。那问题是地检署呢？问题是警察局呢？律师执行业务的范围虽然大部分在法院，可是不完全是在法院，不完全是在法院。所以在两相比较，我们认为管制上比较可行的方式，我们认为是组监区制，比较容易对于会员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整理跟管控。那刚刚其实律师工会的设立的目的也有一个所谓纪律性的问题。那其实现在目前来讲，纪律的案件虽然不多，但是还是有。那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认为组监区对于会籍的管控比较容易的情形之下，比较能够对自己的会员，当然除了纪律管控之外，我们对于会员的服务也比较容易知道对象，比较容易知道对象。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认为组监区制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方式。那我们桃园律师工会实行组监区制，事实上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我们是全台湾16个工会里面第一个实行组监区制的。我们从章程修正改组监区制，但是虽然大家都讲说啊，没有要消灭地方工会的意义，那我提一个实例，我们律师工会。桃园律师工会在实行组监区制前三年，我们的支出是赤字，是赤字。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时会费每个月的月费只有300块，后来我们调了，真的是受不了了，我们调了，调到500块，现在勉强收支打平。那如果说用随案征收的方式，我觉得说有很多工会或许，他可能不超过30位会员的这些工会，是不是能够生存？如何生存？我认为代议入会全国职业的部分的提出这个制度的台北工会，应该对这些要提出你的因应以及解决方式。毕竟很多工会事实上，他因为比较偏远，比较偏远，他本来的人数就会比较少。那如果说在组监区制的情形之下，对他们的冲击会比较小。那16个工会为什么都要存在？事实上，我觉得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各工会有各工会的特色。好像我们先前做了那个座谈会的时候，南投工会有讲说，他们有做的偏远山地的儿童以及乡民的法律服务跟法律营，来教导他们法律常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说，这就是他们工会的特色，这就是他们工会的特色。他们去住了一个礼拜，然后宣导了所谓的法律常识，以及帮助他们了解法律纠纷如何解决，这就是他们工会的特色，它就有存在的必要。虽然南投工会好像我记得只有14位在地会员，好，在地会员，那14位如果今天这样的情形之下，怎么样维持它的存在？啊，继续发挥它的功能，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律师法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法律上，我可能也没有，我讲好多次，民法可能没学懂啊。为什么社团法人上面再叠加一个社团法人，然后下属社团法人的章程违反上属社团法人的章程的结果，就是下属的是无效。可是我记得社团法人最高权力机关就是会员啊，会员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怎么还有一个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法理基础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状况啊？不合理的状况，当然这个部分可能当时是仿日本的律师法，那日本律师法他们的法源依据，他们怎么样规定，因为他们就是单一入会了嘛，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可能要考虑啊，可能要考虑这个部分。好，既然大家都是社团法一样大，哪有哪一个比较大啊？我是你的会员，我就会比你小，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那最后有关于律师考试重大变革的部分啊，我是觉得啦哈，律师本来就是一个自由职业竞争的市场，但是长久以来哈，就是因为没有强大的
声音，让等于是说律师职业的这些范围都没有增加，包括民事诉讼法的部分，现在虽然没有强制代理，可是原则上是以律师为代理人，可是司法院好像也没统计过，到底有多少不是当事人本人，而且不是律师的诉讼代理人的部分到底有多少？我想各如果有职业的律师，大概都会发现代书，或是其他，讲不好听就是司法黄牛，他们都有代理过，法官也都准。为什么？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就是立法要可以执行，如果不能执行，就不要这样立。以上，谢谢。好，我们谢谢纪律师。那下一位，我们请薛清峰薛律师，台北律师公会常务理事。主席，还有各位在场的先进，我想因为台北公会大概就是提出这个方案，那我现在先针对前面几位先进讲的几个问题，我觉得要说明一下了。第一个，刚才陈恩明律师讲的这个他在那个 PowerPoint 上面的这个有什么台北律师公会的旧版，我要澄清一下，这是由律师由委员他们之前提的，那这一部分其实应该是跟民间司改会他们去抄拟，其实台北公会并没有这个所谓的旧版，我这个要先说明一下。然后第二个，那个单一入会的这件事情，其实刚有先进讲说这个因为是 业务不好了，那所以才要提，我想这也不尽然，它是有本质上的问题，但台北律师公会从20年前以前就开始在主张这个制度，那时候我想20年前跟现在的生态差很多，律师也很少嘛，所以那时候就提到是本质上的不公平，而且一个妨碍竞争。也就是说，刚刚也有道长说，为什么台湾的律师界对于这些事情都漠不关心？我们这一次为了这个律师法的这次修正，我们后来又做了一个联署，到现在的这个台北律师公会自己对会员所做的这个联署，要要求修法，把单一入会入法的这件事情，有1956位的这个律师是赞成。那这个也超过了之前后来 V 台湾所做的1692份，那这样子的比例其实是应该是代表一个律师界的主流声音。那为什么大家又一直在提到说，台北律师公会是不是之前有一个所谓的共识，这有一个共识要采取这个主监区？那我就必须要把这个渊源要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哈。其实本质上牵涉到这个全联会组织的部分架构，实在是有很大的问题。台北律师公会没有错，全联会是公会的联合会，所以台北律师公会不展人数有多少，代表性律师的人数有多少，它的代表性就1/16嘛。在1/16的比例之下，我想我跟之前的前辈讲，其实一直为什么刚刚有很多道长，其实在研修的过程里面，其实这有很大的争执，但是那时候为了这个不得已哈，这算是一个妥协，所以我们有一些律师代表会认为说，那就先用主权去试试看。所以过了，但是我必须强调哈，这5年来，刚刚我们的那个台南公会的理事长也讲，这几年来增加了5000位的律师，新进律师，时间背景跟当时的状况完全不一样。那现在每一个公会的财务状况是极好了，我只能说极好。每个公会的盈余都很多嘛，存款也很多。那是不是说那么有资源的之下，那律师界就会大家很？这个业务拓展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个工作就做得比较好，刚好相反，就正如我们刚刚那个前全联会的这个吴光禄大理事长讲的，其实律师界对这事情还是不关心嘛，那资源多也是一样不关心啊。工会那这样我就比较，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律师工会的干部们，是不是也应该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我对这一点其实我感到很惭愧，因为这个律师界其实长期以来有很多资源分配不公，或者是这个代表性不足的状况，能不能真正的反映到每一个律师的心声？这一点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律师界有没有提出过一个完整的法案？我们是主动提呢，还是只是被要求去做一个参与，做一些有关于律师制度的改革？我们的律师界有没有提出律师界的律师法的这个？议题的这个研议，包括整个生态的这个田野调查，政府不做，主管机关不做，我们律师界在有那么多资源之下有没有做？其实我觉得要让律师界，我们大家到了这个时代要面临这个律师改革的这个议题，然后我想是司法院长也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
那这个部分其实要以现在的这个环境时空背景来看，不只是以这个时空背景来看，要看到以后十年、二十年以后，台湾整个律师法律服务业发展的这个方向来思考这个律师法的问题。那现在如果只是以各工会能不能生存这个问题来思考，那当然在本质上就会产生了一部分的差异。而且我刚才讲到，其实律师工会能不能做得好，跟他有没有那么多的收入，不见得是同一件事情。我们常常看到在很多的民间团体，以前我在那个台湾人权促进会的时候，其实工作人员也不过三四个人，但是有很多义务的人愿意协助，甚至后来推动了很多的法案，包括这个法服法的这个推动，这几个团体人数不多，也都参与了，也都协助了，也都推动了，到现在影响到这个后代的这个律师们，或者是一般人民的诉讼权的权益非常重大。所以我认为说，我们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律师，有责任对下一代来讲，要付出，要做一个很有这个远见的这个律师法的一个制度啊。那有关于这个主管机关的部分，我还是要必须讲哈，因为其实这个草案里面刚才是讲，我们现在律师工会其实像台北律师工会在开会的时候都要邀请检察官到场。那其实，在很多的议题里面，其实是检察官不适合参加的，因为有一些是检察官来跟我们要求，譬如说要求要什么文件什么，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但是检察官在那边，他有时候还会提供意见，这其实已经造成我们工会实际运作上很大的压力了。所以我们认为说，主管机关甚至在这一部分，而且主管机关中央是法务部，地方是地检署，那在很多的这个程序里面的监督，但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消极的监督，所以事实上没有。可是，在法律原来的这个条文里面是有解散、这个惩戒工会及理监事的权利，哎，这个权利会不会过大了一点？所以我们要求说，这个主管机关啊，事实上我们本来有很多的考虑是认为说不需要主管机关了，就跟这个游委员之前的版本是一样。但是呢，后来大家考虑到说，因为包括还有一些新进律师的这个训练的部分，我们需要还是主管机关。那我们认为说，司法院的部分理论上应该是会比较中立啦，因为毕竟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并不是一个对照的一个机关嘛，所以我们的这个我们后来这个的，我们也是支持游文的版本，是希望说有关于这个主管机关的部分是可以改做这个司法院。而且司法院虽然说大家知道说以后可能是会审判机关化，但是他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司法的行政机关之一啊，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认为说由他来做一个主管机关还是比较适合，而且，因为司法的预算的独立性，事实上我相信应该他可支配的这个预算或者关心律师的这个议题的这个预算应该是会高一点的哈。那有关于选举的部分，我要再讲，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说全联会不能够再用间接代表来做选举的原因在于说，限制下的确让全联会已经很弱化，所以刚刚有我讲的有些如果有一些缺点的话，其实在体制本身就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因为第一个它的代表性不足，那全国律师的参与度很低，全联会基本上跟地方会员是没有连结的，所以包括刚刚有一些学者专家认为说，包括律师伦理是不是可以全联会来定，这些部分都有一些问题存在。好，所以我们认为说，如果要经过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其实两个版本都是让这个全国律师当做会员。而且我们必须要讲，会员里面还是要公平啦。我们现在台北工会负担了三分之一的这个费用嘛，如果照蔡宏杰理事长刚才讲的，我会吓一跳。以后每一个律师一个月要缴600块，等于是本来在如果以组建区来讲，省了一些钱就要缴到全联会来。那这样子整个的负担其实减少是有限啦，而且不要讲说组建区，事实上它的门槛还是很高。如果要加入全国的工那个地方都可以执业，其实要加入16个工会。平均一个人做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可能还是二三十万才有办法达成这个门槛，就造成就实质上是全国职业。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样子的状况不适合。那现在大家对我们这个随案征收的部分有一些争议啦，不过我必须跟各位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有一点远见，就是说而且我们不只能在国内比啦，那国内其他工会都已经单一入会，看看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会是用采组间区的，或者是要求重复入会的，在单一法律的国家。那台湾又那么小，其他的国家那么大，难道没有偏远的工会吗？为什么他们可以生存？我们要好好想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有一些在座的，就我们台北律师工会，其实本来最理想的状况是单一入会，就是加入，其实不需要随案征收。那但是我们后来就是因为顾及到各工会大家以现状之下的一个发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提出了随案征收。随案征收在世界上也有先例，韩国、马来西亚也是。其实以现在的状况，我们不要把律师都当贼。大家刚才讲到很多问题，说有没有把征收？刚才吴大理事长说，这会不会造成不可行？我们就不认为这样，因为我们认为说，比如在每一个委任状里面贴这个贴一个那个标章，就是这个这个委任的这个证明的标章，其实就可以解决。那事后稽查部分，当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这是事后稽查，总是少数，不能把大部分的律师都当贼来看待。就像我们每次去开很多的公听会，包括洗钱防治法，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态。我想我们自己律师对于我们的会员要有这样的信心呐，哈。所以在技术上，我想不会造成太大问题。而且在我们的版本里面，甚至更偏远的地方，他真的没办法来维持的话，哈，我们还有全国律师工会补贴的问题，还可以做一部分的补贴，不要让这个地方工会消灭。那现在大部分工会刚才讲有特色的这些行政业务，其实绝大部分来讲，并不是用钱就可以做到或做不到，大部分是要有人有那个热情去投入的啦。包括说很多的法律咨询也好，或者是说办理一些义务案件，并不一定需要太大的经费。我看这个做一个结，因为我今天看到还是有点，最近那个北部有两个工会嘛，要去那个我没有听过的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旅游，要十几天，每个会员以我来讲可以补助到10000块，那这两个我加入两个会员就两个地方就20000块，那我看他是补助，好像两个梯次是25人，反正就两个工会就要花了50万到100万，那这个钱如果拿去比较小的工会来做的话，如果花莲、台东，它可能是半年的整个行政的费用，所以我们的费用到底是不是合理的？我不是说律师工会不能办旅游，但是办旅游不要让没有参加的人或者是没有利用到这资源的人有不公平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认为说我们的合理使用这个资源是很重要。谢谢。我们还有第二轮发言哈，可以。好，那下一我们谢谢谢律师。那下一位我们就请刘思龙律师，这个高雄律师工会立法修法委员会的召集人。主席、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午安，大家好哈。听到台北律师工会讲的，我觉得似乎是有对焦了，但是这个对焦的结果哈，我们可以来看哦。如果要用会员人数来论，那就台北独大。哦，那台北独大的话，我要想要了解的是说，士林地方工会到底可不可以合法成立啊？因为我知道之前有一个道长好像为了这个好像有争议，然后那个不被承认，哦，因为这个在高雄马上也会有这个问题，因为高雄现在也有桥头地方法院，哦，但是显然应该高雄律师没有人想要去叠床架屋再弄一个桥头地方工会，哦，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以国土的大小来论，台北律师工会所辖有3个地方法院。然后2都，然后大概不到700万的人口，那换算现在最多1/3嘛，但是我们现在有2/3的律师在台北执业，这个现状也没有说一定合理，哦，因为台北有一个很强大的诉求，就是说现状不一定都合理，既然不一定都合理，那改成单一入会相对可能比较合理，可是却又不讲说那会要不要提高。日本一个小小的，可能比较小的冈山的辩护室，他们有400个会员，他们的会我知道了至少4000呐，至少4000呐，4000台币啊。哦，那大家都不想说我提高会来增加地方公任何一个地方公会的功能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不管是单一入会也好，或者是现在的组间区啊，其实某种程度都是在削弱或减少各地方工会的收入了。但是我们再来看那个效果哈，如果照台北的方式，我认为最后会只能形成3个啦，就是北中南，就是在地会员够多的，他才可以维持起码现在可以经营的。哦，除了北中南3个大的工会之外，其他在地会员人数都偏低，就是说会把现有的。状况现在有16个地方法院，有16个地方工会。当然，我们的法院还不止啦，哦，像澎湖、离岛那些也有法院，可是他们并没有工会。哦，那如果是采取台北的版本哦，说采取那个单一入会，我想问的
这些监区的会员发生事情要找谁？在台北地区以外职业，他发生争议，请问是由谁管辖？出事情由谁来管理？哦，这其实会有很大的问题。哦，譬如说台北律师跑到高雄，如果发生有职业上的状况，那他到底要由谁来处理？哦，这个我想还是要面对。那台北律师工会也不要讲得那么好听，说不会弱化地方工会啊，收入不是减半啊，我知道的收入都至少减三分之二啦。高雄可能是最好的，减三分之二。高雄大概在地律师大概七八百，那外地律师大概两倍，所以高雄算是比较好的状况，只有三分之一的在地律师。那台北的状况最好，它有三分之二的在地律师。但是我们要来看这个现状并不合理啊，因为我们的法院不是只有北中南啊，我们法院有超过16个。那以高雄来讲的话，光高雄地区的律师要跑的法院就很多了。哦，那有那么多法院跑，并不代表业务量有增加，因为高雄都的人口就270万，多一个法院也是270万，只是让律师多地方跑而已。那我这样也要回应说，刚刚那个蔡鸿杰理事长所讲的，那个律师在职那个实习期间的那个律训期间的那个经费，竟然只有350万了，我这觉得匪夷所思啊！因为我们只要把那些我看起来觉得大无当的听社哦，拨十分之一来给这个律训用，大概可以用100年了。哦，就是我们的司法预算用在增加听社这个部分，都是几十亿、几百亿在花的。但是有关司法的业务的费用，核心的费用，哦，为什么我们的裁判品质会不佳？其实跟这个司法预算编列是比较是常态化，跟工程类的预算其实是有关的。我们的司法预算虽然独立了，可是都是在弄听社，哦啊，但是对于我刚刚讲的最核心的业务部分，包括法务部要给全委会的预算，竟然只有350万。哦，这如何提升品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哦，这个是很可疑的地方了。那因为我刚好可能是属于中生代了，那我以我个人的来讲哦，我就是因为长期在地经营，才会有今天礼拜四可以有时间来台北开会了，不然我可能要忙着为我的生活奔波。那以我个人为例，我现在有职业六个法院，那六个地方公会我有加入，所以如果单一入会来讲，对我个人来讲，其实是有帮助的，就是如果不提高费会，以现在的版本对我来讲是有帮助的。但是我想到的是，中南部的民众如何享受到更好的法律服务，一定是要中南部的律师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那中南部的律师要提供更多的服务，其实中南部哦，就应该就是台北以外的地方公会，它反而要增强功能啊。那很显然，预算减少不可能增强功能，收费减少也不可能增强功能。那现在大家在衡量到说，因为新进律师最近这几年增加了超过5000个，所以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考量说，对新进律师来讲，哦，现在这一个所谓的收费竟然变成一个职业的门槛。哦，以我为例啊，我刚开始十几年前刚开始职业的时候，我第一年就要准备10几万的入会费，第一年10几万，因为要加超过3个。那前提当然是因为有这个业务啦，我如果没有业务，我死守高雄就好啦。其实高雄地区还有很多律师，他只有加入1个到2个的啊，他其实可以执业，而且他也过得很好。哦，他其实也没有不太多有什么主监区的问题。那新进律师网路全国执业有用吗？以后不用设事务所啦，设网址就好啦，设一个网址全国服务啊，全部都集中啊。那集中的结果会到哪里？一定是到台北嘛，因为台北最方便啊。好，哦，或者说全部都设到开曼群岛去，我只要一个网址在，我是不是就可以全国职业，甚至全世界职业？也不可能啊。就是说你，因为律师业本业的最核心的部分，还是在于律师本人要到场啊。就律师本人到场，其实你跑太多法院或太多地方，其实是不一定符合成本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有市场机制的。哦，那我认为台北的这个比较不可行。刚刚其实很多同道都讲到，就是说那一个随案征收更是离谱，随案征收所要付出的，搞不好要有一个专职人员。现在可能以后要裁员减薪了，因为
如果采取组间区或是采取单一入会，其实我再猜啦，十五个工会都要裁员减薪呢。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增加一个人力去负责水岸征收，虽然说这个是台北律师工会的美意啦，说避免消灭地方工会，但是实质上是在弱化地方工会啊。哦，我看到的效果就是台北会剩三分之二，因为它有三分之二的在地会员，高雄的能量会剩三分之一，因为高雄只有三分之一的在地会员，那其他的更不用讲了，其他的在地会员更少的情况会更糟糕，所以我认为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部分我们高雄律师工会昨天有讨论到，就是说我们是希望用周春敏委员律师的这个周春敏委员的这个提案的这个版本来进行协商，这个虽然不是各地方工会都一致同意的，但是它其实大方向是过去十年修法累积下来的一些妥协或智慧。那以这个版本来出发的话，也许去协商可以得到一个，包括台北律师工会也许也有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那第二就是说，那个主管机关的部分哈，我们认为就是让法务部主管，那地方检察署因为审检便在法庭活动里面检察一体的关系，所以。因为检察一体的关系，所以检察署不适合当主管机关。但是法务部因为它不是检察一体，它是主管机关，所以我们那里由法务部单独来当主管机关，跟县市也符合。我们的证书是法务部发的，我们的那个律师登录系统在法务部的网站查得到。那法务部只要跟我们告诉我们他想管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接受他来管的，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谢谢。好。我们谢谢刘思龙律师。那现在我们再补充介绍刚刚到场的尤伯祥尤律师哈。好，那我们下一位就请林子宇林律师发言，是台北律师工会常务理事。主席，那各位先进，各位大家好哈。我想刚才听了很多我们律师界同道的发言以及学者的发言哈。那我就时间的关系，我就重点式的跟各位做个报告哈。第一个关于这个律师自治的问题哈，我们这一次非常赞成游委员的版本哈。那其实我看周委员的版本也有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律师会员入会工会有实质的审查权哈。那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我们台北律师工会曾经有几次对于有法官遭免职，或者是撤职的，他转任律师，我们在理事会上的讨论，大家非常的激烈。那有认为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受限于现在不合理的规定，要同意他入会。那但是有的。理事还是认为，就是说，目前法律规定是这样，不能违法。那所以，我们台北律师工会的理事会最后都是含泪通过。哦，那我们非常佩服刚刚我没记错啊，是台南律师工会的理事长，他们提到就是说，他们就是断然的拒绝这样子的一个曾经有问题的人来加入律师工会，哦，那我们也很期待这一次的藉由这一次的修法，让各地方的工会不要再含泪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入会案。那至于就是说，主管机关的部分，基于目前我们知道司法的架构在审检便有一个完善的机制。那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法庭活动的时候，我们常常跟检察官是属于对立的两边啊。那如果这个法务部一直是我们的主管机关，那我们如何面对一个在法庭上面对是一个我们的上级机关，去为当事人的能力去做一个尽力的辩护？我想这个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哈。那基于目前的一个，当然我们内部有主张，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一个主管机关哈？我们就回归一般人民团体他的主管机关就是内政部。那但是我们百般思量之后，认为
我们赞成游委员的版本，就是以司法院为我们的主管机关，符合目前一般的目前我们整个司法环境的状况。那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非常讨论激烈的单一入会的问题。其实我这样讲，我个人今年职业可能今天在场在座，我可能是比较可能是最之前的之一啊，年资最之前之一啊。我职业今年是第17年，那我很早就开始自己出来职业，那也因为有自己比较充裕的时间，我很早也投入工会的活动。那其实台北律师工会在我职业前，我接触工会活动的时候，前几年其实我就明白台北律师工会一直在主张单一入会的事情。那很惭愧的是，我之后也担任了台北律师工会的理事，那甚至现在担任常务理事。那我们每次竞选对于我们会员的一个政见，第一项一定是单一入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实现过。我们这边在这真的很惭愧。那为什么要单一入会？其实刚才有几位道长谈过，那我就几个观点，我们来提出我的看法。第一个，从当事人的利益啊，我们知道当事人跟律师的信赖关系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啊。那因为目前的制度，我称为就是各地入会各地执业，全国职业变成会有一个像是一个关税壁垒的一个障碍，就是当事就是这个律师他必须要缴高额的入会费和会费。那通常来讲啊，除非这个律师已经在当地跨区的别的工会入会已久，不会有这个负担。那不然的话，其实都会有这个额外费用的要发生。那通常情况之下都是当事人来负担。那如果说这个当事人经济能力许可，他也许同意，但是大部分情形当事人会觉得这个已经高于他一般理解的律师费，所以就只能转介到当地的律师。那就在这个时候，其实当事人他选择律师的一个空间就变小。那他对于这个新的律师，他也必须要重新信赖，重新去适应。那这个其实影响到人民的诉讼权的问题。那第二个，我们从年轻律师的状况来看这个问题。那其实目前一个很明显的状况就是律师人数不断的增加，而且是以相当的高的倍数来增加。那增加了这些年轻律师，其实他们就我个人来讲，算职业17年，但是我觉得这个入会费对我来讲还是一个障碍，因为当事人也许不会接受，他也许很希望我去帮他，也许去花莲、去台东等等的，但是他会觉得他就没有办法负担。那何况是一个目前可能职业不到5年。甚至5年以上，也不到10年的律师，他的一个经济能力，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律师自治的问题，会不会因为单一入会影响到律师自治整个功能的问题？我跟各位讲，不会。为什么？因为只要律师加入了一个工会，那对工会对这个律师就是有一个惩戒的一个权利。那再来就工会任务，很多人很怕，就是说单一入会之后小工会消灭了怎么办？那我必须要特别去强调，第一个，台北律师工会从来没有这个意愿或者是欲望去消灭其他的小工会。那第二个，这个台北律师工会的人数，居我们全国律师工会之冠，这个绝对不是台北律师工会的错。
为什么我们要背负好像你们工会人数最多，所以你们就会怎样怎样这样的一个论述？我觉得这样是对台北律师工会是不公平的。好，那至于说很多地方工会在执行这个平民法律服务的这个工作，其实我们应该要思考的是，这个任务其实应该主动的推动者是谁？其实应该是政府，律师工会应该只是一个辅助协助的角色，就像我们台北律师工会长期跟台北市政府有做这样一个合作的关系一样的，所以会不会因为工会不存在，或者是经费的问题，产生一个平民法律辅助的一个消失？我觉得这个问题，显然是过滤了。那最后我赶快提到一下这个水岸征收，大家很担心稽核的问题。大家想一下哈，依照目前各地陆会各地职业的情况，请问如何去稽核？这个律师有没有加入当地的工会？其实不外乎几个管道，第一个是法院，第二个是检察官，第三个是对照的律师。那依照目前的制度，即使是就算是这样，其实我们真的变成这个水岸征收的制度之后啊，它的稽核制度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说，我们工会台北律师工会其实常常接到这个北山院的法院来问什么？问这个律师是不是有加入工会？其实将来也是这个情形嘛。这个律师水岸征收之后，这个律师请问他有没有缴费给当地工会？有没有贴这个标章？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复杂化。那最后我提到这个律师组织的问题，其实目前全联会它关于会员代表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制度，简单来讲，我们台北律师工会104年的会员人数是6000多人，那南投的人数是5、600人，但是我们会员代表的人数只差一人，我们台北律师工会只比台南工会多一人。请问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就法律人来讲，我们不要讲法律人好，就一般人民来讲，一般常识来讲，这样算是合理吗？好，谢谢。那我们今天报告到此结束。好，谢谢，我们谢谢这个林姿宇林律师。那下一位我们就请尤波祥尤律师。与会的各位先进，因为我比较晚到场，所以待会我的发言如果有跟前面的先进有重复的话还请各位见谅，因为我不知道前面的先进讲过哪些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不晓得会不会重复了。那针对今天的这个提纲仅提出以下的意见我想那个提纲第一点就问到重点了提纲第一点问到说，如何透过律师法的修正来提升律师的专业能力、服务品质跟公益参与这个事实上就是问到了律师如何能够自我提升了那要谈到这个点的话，我们必须要去认知到律师的天职究竟是什么。按照联合国所颁定的那个关于律师作用之基本准则里面，他所规定到的律师的天职，当然是保障人权、促进法治跟民主。这也跟我们律师法第一条的规定的精神是相同的。按照这个联合国的这一份律师作用的基本准则、基本原则的内容来看的话，律师的天职原则上就是要保障人权。那既然律师要保障人权，那么律师常常无可避免的必须要跟国家、必须要跟政府产生对抗。也就是因为律师常常会跟国家跟政府发生对抗，处在一种拮抗的关系之内，因此个别化的个人的律师在执行职务、履行这项天职的时候，常常不免就会跟国就会产生担心遭到报复的这种风险。因此在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里面也特别规定，各国政府必须要确保律师能够执行他的这项天职不受到任何的报复。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份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也特别规定到说，律师的专业组织在保障律师能够履行天职的这件事情上面必须要发挥足够的作用，确实的作用。那他所讲的这个律师的专业组织是指什么呢？当然就是指工会就是指工会。因此我想按照一个普世性的价值，按照一个普世性的标准来讲，
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律师自我提升、自我要求呢？其实不是靠国家，不是靠政府，不是靠国家，也不是靠政府，而是只能依照工会啊，依靠工会。因此，工会是第一个提问里面哈的正确答案啊，我认为是正确答案，就是工会是唯一能够提升律师专业能力、服务品质以及公益参与的方法。好，要有一个健全的工会，律师业才能够整体往上提升啊。律师必须要自治啊，律师必须透过工会来自治，才能够达到这些目标。那就是因为律师必须要透过工会的自治来达到这些目标，因此律师法对于律师的管制势必是一个低密度的管制。因为是一个低密度的管制，所以其实我们认为啊，理论上来讲，如果按照那个这份联合国所定的这份标准来看的话，其实律师不应该有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但是因为我们现行的律师法是从民国初年制定到现在，一直以法务部作为律师的主管机关，那在这个限制底下，好像看起来有一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好像是当然之理了哈。所以那个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说，理论上不应该是法务部，因为如果是法务部的话，因为法务部经常在法庭上跟律师是处于对抗的关系，那么律师如果能处在法务部底下，由法务部来主管的话，事实上动辄得咎。就此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说，如果今天真的要有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话，比较适合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该是参照英美法治的精神，是放在司法系统、法院系统里面，也就是司法院。那如果说今天没办法放在司法院的话，我们是认为说，那也许应该是放在法，就是不要有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比照一般的人民团体就可以了。那接着我们往下讲，就是说，工会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哈？当然各个工会有它的独立性，各个工会也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整点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说，本于人民团体自治的精神来讲，各个工会要做什么事情，原则上当然由各个工会自己来决定。但是无论如何，工会有两项基本职能是不可以偏废的。第一项基本职能就是职业伦理的 maintain 啊，职业伦理的维持。这个部分是维持律师的社会形象以及整体对于司法的服务品质所必要的啊最基本的条件。所以工会有一项最基本的职能就是职业伦理的维持，另外一项就是在职进修啊，这个也是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所必要的。那我们必须要再注意到在这边有一个现实上的问题，就是说，这部分也涉及到了律师法跟律师伦理规范的解释，还有惩戒的发动等等。那如果刚才所述哈，这个部分其实只能够做低密度的规范，不能够做高密度的规范。因此，现行律师法赋予我们的法务部作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然后对于律师法有解释权，甚至检察官有律师伦理上面的惩戒的发动权，我们认为都是不适宜的。律师法的解释乃至于律师伦理规范的解释，这个权利应该回归到律师工会来。而我们认为说，目前的情况来讲，其实以法务部的检察官们来说哈，或者是法务部的长官们来讲，其实绝大多数没有做过一天的律师。那其实律师业的正常的标准作业规范是什么？然后律师在职业上所碰到的问题有哪一些？其实各位长官是不了解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把律师伦理规范的解释权乃至于律师法的解释权交给法务部，我们认为说这个不但违反了我刚才所讲的那个律师职业应该自治的那个精神，事实上也不妥当啊，也不妥当，也没办法达到律师法的目标啊。所以我们认为说，就这部分来讲的话，必须要由回归到律师工会这边来。那既然要回归到律师工会这边来，那么一个很必然的结论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全国工会，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不管是在职进修也好，或者是律师伦理规范的解释，乃至于专业伦理的维持也好，这个都必须要有全国一致性的要求才能够做得到。我们不可能说OK 在台北、台中、高雄这些都会区是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在偏乡是一个比较低的标准。偏乡的律师同道所受到的那个在职进修的专业上的那个训练啊的在职进修的训练，可以受的比较少。好，然后在那个都会区就受的比较多。我想这个是对于民众来讲是不公平，也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想一个强而有力的全国工会来担负起全国律师的职业伦理、专业纪律上的维持，以及在职进修的发动，这个是必要的。可是以现实的情况来讲，事实上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讲，确实有明显的城乡差距。
我在这个地方不是要讲台北工会以外的其他的地方工会做得不好，而是说台北工会在这一点上面，正如前面也有道长有讲到，我进来的时候有听到，就是台北工会在这个地方确实占尽了便宜了哈。这个我们自己要承认，确实占尽了都会区的便宜，因为我们人大人多，因此我们的财政充裕。另外一方面，台北这边也有各个大学啊，大部分的法律系都集中在台北，所以以台北工会来讲，要办在职进修，确实有很大的便宜，占了很大的便宜。然后我们有很多的便利。那相对来讲，在其他的外县市的工会，在这个方面来讲，办起来就不是那么理想，因为确实有现实上的障碍。可是我们应该要想的是，如何拉近这个障碍。好，让资源能够平均的分配到全国的律师身上去。所以就这点来讲的话，全联会的改造，只有全联会能够担负起这样的一个功能。因此，全联会的改造事实上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可是不得不说，以现在的全联会的这种组织构造来讲，事实上是没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因为目前的全联会它是以团体会员作为它主要会员，它并没有个人会员，所以如果说严格来讲的话，全联会事实上不能够代表全国的律师。特别是如果我们再去看全联会的组织构造的构成，好，刚才那个林志宇律师也特别讲到，台北工会有三分之二的律师，全国三分之二的律师，可是在全联会的里监事会的内部，事实上它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反映出应该要有的比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这种间接民主的这种架构所组成的这种全联会，全然是无法代表全国工会的。那因为它全然无法代表全国的律师，所以在全国，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向全国的律师收取的会费进来，然后要全部平均的分配到每一个律师身上去，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事实上就是有问题的一个组织架构。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全联会的组织的改造迫在眉睫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只有全联会能够用直选的方式选出里面的干部，特别是会长或者是理事长这样的一个干部，这样的一个头，然后他的里监事会的构成能够合理的反映会员的比例，反映律师的比例，至少要能够达到票票等值，一人一票，票票等值这样一个内部民主的目标，全联会才能够负担起我刚才所讲到的，让全国律师都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在职进修，然后相同的职业伦理的约束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因此我们会认为说，全联会的改造必须要朝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方向去走。那接着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我当我这样子讲说全联会的组织必须要被强而有力的改造，然后改造成一个不是单一的全国工会，而是说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全国工会的同时，我并不是讲说各个地方工会必须要被消灭。台北工会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台北工会一向认为说，每一个地方工会都有每个地方工会存在的价值，因为毕竟只有在地的工会才能够最了解在地律师的需求，也才能够最好的服务在地律师。因此，台北工会从来不认为说，在改造全国工会的同时，就必须要消灭地方工会。我们相反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认为说，在全国工会强而有力的领导之下，透过全国工会对于全国资源的调配，事实上各个地方工会应该能够运作得更好，应该能够运作得更好。那至于讲到说单一入会之后的会费，在对于偏远的工会，人数比较少的工会，是不是一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存续？在这个地方，我只简单的提出一个观点供大家参考。这个观点就在于说，我们过去律师工会运作的方式，在人少的时代，那个时代运作方式都是会费收进来，我们提供全餐式的服务、套餐式的服务。所以我们的会员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补助，参加那个活动补助，参加在职进修，甚至是有些工会做的是免费的。那其实我认为说，这其实是一种不公平的处理方式，因为你办了10个活动，但是其实会员呢，他可能只参加其中一个，只参加另或者参加另外一个，甚至他全部都不需要，对他来讲那个都是没有必要，对他来讲不符合他需求的，那他所缴的会费事实上就帮这些活动在当分母，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换另外一种方式的思考，走向比较美式的那种做法，我们提供的并不是全餐式的服务，而是一个最基本的入场券的观念。会费的收取只需要能够维持行政运作就可以了。至于工会所办的其他的活动，这个都改采使用者付费的这种观念。比方说，你今天要参加那个台北律师工会刑事委员会所办理的在职进修，
那么你就这个在职进修缴交费用，负担这项在职进修的成本，这样子我想是最公平的。那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思维底下来看事情的话，那么改采单一入会全国职业的这样的一种会费的收取方式，废除掉监区的限制啊，废除掉跨区职业的限制，对于地方工会的存续来讲，事实上未必会造成它营运不下去这种风险。那至于偏远地区工会的他的在职进修怎么办理呢？台北工会这边事实上也非常乐意，也非常愿意把我们的资源分享出来。我们现在有做那个线上的在职进修，那这种线上的在职进修，我们很乐意跟其他工会分享。那甚至如果说你在全联会的主持底下，事实上全联会去举办一个在职进修，他就可以要求这个在职进修的讲师北中南东都要各办到一场，甚至更多场。那我想这个对于地方工会来讲，偏远地区的地方工会来讲也是有利的。所以我认为说律师法的修正必须要在这种蓝海策略的思维底下才能够看出未来。我们大家不要再斤斤计较于过去的那种思维方式，认为说只要一改会影响到过去的这种营运方式，那就一定不可行。我想律师的工会是为律师存在啦，齁，工会是为律师的权益存在，工会不应该成为律师职业的障碍，这点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道长应该都有这方面的认识才对。那如果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思维，是不是我们可以抛弃过去的那种成见，往未来看，用一种新的方式、新的格局来行塑我们的律师业？谢谢。好，谢谢尤律师。那现在这个所有出席的我们的专家学者还有律师呢都已经发言完毕。那郑文挺律师呢，他提供书面资料，那我们会把它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哈。好，那我们先处理一下时间。好，我想我们今天就是不休息，中午不休息，那我们把这个这个公听会把它办完哈，再结束。那已经有分给便当，那就请大家哈，就是可以边看边用。那现在我们就接着请列席的政府机关，我们先请法务部的这个检察司长啊林邦良林司长跟我们回应。主席尤昭伟，还有在座周委员，另外我们在座的各位律师先进，还有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非常谢谢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召开这个公听会，能够让法务部好，那我们是担任律师业务的主管机关，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机会里面，听到各位律师先进们还有学者们提供法务部有关于律师法的修法的意见，我们非常的感谢。那我们将会把各位提供的意见再来当作我们修正律师法的相关意见的一个参考。那今天因为是讨论有关于律师法的修正的相关议题啊，在这里我愿意将就是目前律师法的修正的进度跟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其实大部分的律师先进们应该都知道，在今年5月20号的时候，5月20号行政院已经将律师法修正草案全案是退回给法务部，那并且要法务部先厘清律师工会的核心业务到底是有哪些，然后再进一步来计算说各工会所需要的基本的费用预算，来作为会费的估算的基础。那这一部分我们非常谢谢全联会以及各地方工会所提供的资料，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已经都有做了会诊。那在今天的我们的书面报告里面，我们已经有将各工会还有包括全联会所提供的各全联会以及各律师工会工会的任务及功能，我们有一个会诊，那请大家能够来参考哈。那底下的话，我就是就今天公听会的提纲以及刚刚几位律师先进们有所提到的问题，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回应。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提升律师的专业能力还有服务品质的部分。那这一部分法务部一直认为说，对于律师的专业能力跟服务品质的提升，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在过去律师法研修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有针对专业律师的产生方式、审核机构、职业的范围以及律师在职进修
是不是应该列为强制规定，以及它的法律效果，当来把它列为修法的议题。但是后来在修法的过程当中，那有律师代表们有表示不同的意见，表示说如果直接来实施专业律师的制度，恐怕会对于律师界的冲击过大，所以持有保留意见。那并且在会中做成决议说，专业的律师部分现阶段由全联会先行运作，等到运作成熟之后再行修法。好，那这部分我想在今天的报告里面我们也有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另外是对于律师进修的部分，我们部里面也有将律师在职进修的义务在修法在律师法的修法草案里面都有加以罗列。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增进律师法律专业的能力，能够提升法律服务品质，并且保障委任人的权益。其实对于律师的在职进修部分，我们从今天发言的各位律师先进里面的意见呢，我们听到是几乎是没有反对的啦，哈。那这一部分其实是跟法务部所持的意见是一模一样，哈。那所以虽然在5月20号行政院将律师法全案是退回到法务部来，但是这一部分我们仍然是认为说，基于保障当事人权益的立场，那应该要让律师的专业能力要能够与时的俱进。那我们是有在修正的草案第20条里面有加以规定说，律师在执行职务期间应该依照规定来参加在职进修。那另外是对于律师公益参与的部分，那这部分当然也有律师先进们有提到有一些指教，比如说有提到说政府公部门是不是应该要多做一些，而不是应该交由律师团体来做所谓的公益的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其实参诸外国的立法例，我们这里有提到说，像德国、韩国、美国的立法例，我们都认为说，律师对于相关公益的部分，其实仍然是应该要积极的一个参与。所以我们在草案第35条的部分，对于律师公益参与的部分，我们有加以规定。然后再来是对于第2提纲，哈，对于第二提纲的部分，那也就是律师的主管的机关的部分，到底是要由法务部或是司法院，哈。那这部分其实我想我们将来我们会尊重在大院这边的整个修法的过程。那在这里我们只是把我们所了解的外国的立法例，哈，像韩国跟我们所熟悉的德国，其实这都是放在法务部，所以这并不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例子，哈。那刚刚有几位先进都提到说，法务部其实是有对于检察机关来加以管理，没有错。但是法务部不是只有管检察机关而已，像律师业务的部分也是，像矫正也是，行政执行也是，所以它应该不是只有针对律师，不是只有针对检察机关在做管理。所以不是针对检察机关在做管理的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我觉得啦，哈，从我业务师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检察机关不必然的一定是跟律师是站在对立面，哈。而且有时候我们也看到说，律师其实是跟检察官是一个合作的关系，比如是在担任被害人的这个告诉代理人，或者是就是有担任被害人帮被害人来提供法律咨询的时候，都可能会来跟检察官来做互动。那并且而且法务部，哈，法务部并不是这对于个案来加以管理，因此在这里我想法务部对于律师的业务管理的部分，我们是基本上是抱持一个服务的态度来做这个事情。就像早上全联会的理事长蔡理事长讲到的说，几乎完全感觉不到说法务部在对律师业务的管理上面的存在。我特别为这个事情跟同仁们提到说，这到底是包还是扁，哈，这可能我们自己也要注意一下。
但是不管如何，法务部我们对于律师业务的管理的部分，我们认为说律师团体其实是一个高度一个自治的团体，我们给予高度的尊重哈。这也就是我们在业务的处理上面，虽然我们是律师法的主管机关，但是对于律师的管理监督，我们是高度的尊重。那因此我们目前的话哈，法务部我们并没有将律师移付惩戒的权利，那也不是律师惩戒的机关哈。那另外就是有关律师工会的章程跟律师伦理规范的订修程序，我们也都是只是函报我们本部备查而已。那另外就是刚刚有提到外国有立法例，那这个都可以供我们大院来做参考。那另外就是有关于刚刚大家一再讨论的第三提纲单一入会跟全国职业这样一个问题，单一入会跟全国职业这个问题，都经过多次的一个讨论哈。那在这里我们想说，有关于单一入会跟全国职业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要解决就是目前这因为律师并不是全联会单一入会跟全国职业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说其实也是要解决目前有一些新进会员所需缴交入会费跟月会费这个负担过多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依照我们的修正草案的话，其实跟现行法的规定相比较，律师跨区执行职务入会费及月会费将会较限制减少。那其实关于单一入会全国职业这个问题，在律师法修正，也就是律师法研修的过程当中，据我了解，其实也被拿出来讨论过，但是有碰到若干的问题，就像我们报告第七页这边所提到的，那实际上他到底入的是全联会，或者是要维持现行的工会组织，那律师界们并没有一个共识。而且如果是要采总会制，或者是要维持现在的各地方工会以及全联会，都会碰到我们在报告里面所提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够优先的加以处理解决。那在这里我要特别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关于律师的议题，司法改革会议，刚刚律师先进们都希望把它列到司法改革国司会议，那这一部分法务部将会乐观其成。那另外就是大家也关心说有一些违法涉案的司法人员要入会的问题，其实这个在律师法这一次的修正里面，我们都已经把这个问题加以处理。那我们也赞成说，对于这一部分大家关心而又没有争议的部分，其实是可以来赶快做处理，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以上意见供大家参考，再次的谢谢我们主席还有我们各位先进提供有关于律师法的宝贵意见，我们将会来纳为我们修法的重要参考，谢谢。好，我们谢谢法务部的发言哈。那我在这里宣布一下，我们等一下开放第二轮发言，所以想要第二轮发言的请来这里登记哈。那一个人三分钟。那我们今天有一些列席的律师代表哈，那如果说列席的人想要发言也可以来登记哈。好，那下一位我们就请这个司法院司法行政厅哈许副厅长。尤委员、周委员，还有各位律师道长，还有各行政机关代表，大家午安。那么，为了这次公听会，我们昨天有跟我们司法院的秘书长讨论哈。那我们的看法哈，我们要特别在这边表达，就是说，我们赞成，就是还是啊，刚刚我们司长有讲嘛哈，潮流上还是适合由法务部来主管这个当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哈。那目前修法把各地检署哈从那个主管机关删掉，我们司法院也是表示赞同哈啊，但是我们司法院其实，还是不适合去担任这个各位哈各工会或是全国全联会的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哈。那其实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审判机关哈，不太适合说这个又。公正的公平的角度哈啊，又要去管那个做这个律师哈、哦、这个业务的一个主管机关啊，因为律师业务主管机关呢，涉及到有律师惩戒的问题了哈、哦，还有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哈，我就不详述了哈。另外就是说，有关律师的这个，好，刚刚与会的那个律师道长有提到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许院长上任之后，他在司法改革国事会议里面，我们司法院提出了八个主张里面，其中有两项就是针对律师的哈。那一个是律师强制代理跟辩护的制度的扩张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律师职业伦理的强化跟监督哈。那律师强制代理跟辩护的扩张，我想刚刚前面几位道长也有提到哈，我想我们是站在比较赞同的角度来看哈。但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还是要强调的就是说，律师职业伦理的强化跟监督哈，那我们司法院要在希望在会中跟各位特别提到说，我们在司法国事改革会议的时候的方向是说，希望第一个要加强律师的专业知识哈。那依照目前世界各国的那个律师的训练，因为各位可能我听到说很多就法官们在讲说，因为现在可能律师这个录取人数大量增加之后，律师的品质的问题哈。那律师品质的问题，其实他的职权训练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国目前只有六个月哈，分两阶段啊。那但是其实各位哈可能不知道哈，就是说在日本的话，律师受训是要一年的，德国是两年，法国是一年八个月哈，那时间都非常的长哈。所以我们司改的议题里面也是希望说，在律师基础训练的部分，训练期程能够延长哈。那另外，专业律师的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要强制哦，强制在职进修制度哈。好，就是说这个律师如果每年哈受训的时数啊，特别是专业律师的话，你如果受训时数不够的时候，你可能就没办法去担任那个专科的律师哈。那另外，我们也要强化律师的课程跟淘汰机制哈，这个也是我们在司改国事会里面要主张的一个重点哈。那重要是要健全利益回避的规定哈，这个是其中一个哈，因为现在有关利益冲突的部分哈，它可能可以透过当事人同意，还有不受限制排外规定，或实质上同意律师事务所等方式来规避哈。那其实这个问题在司法实务上都造成很大的困扰哈。那另外，在落实惩戒制度及便利资讯查询部分，也是我们要再去加强的部分哈。那落实惩戒制度，当然目前就是律师惩戒啊，都是在我们司法系统这一边哈。那这个行之多年了，那到底要不要改变现行的惩戒制度哈？采这个法庭式的对审方式哈，这个也都是修法可以去研究的哈。那另外在便利资讯查询的部分哈，我想这个是很多这个法官、检察官的声音了哈，他们希望说能够开放这个律师的评鉴哈，让这个民众哈跟各个社会团体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的市场上的律师他的品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从这个资讯的公开来间接提供哈，每个当事人在委任律师的时候有一个参考的机制哈。那另外我们另外提出了最后一个，就是说律师好像也要有一个强制责任保险的制度哈，因为律师如果有对当事人造成权利上的损害，特别是预上诉期间或抗告期间的时候，那或是在民事的部分就请求权的主张有所落实哈，或是来不及主张的时候，造成当事人损害，那有的金额可能十分的庞大哈，那可能就是当事人如果要去找一个律师再去告另外一个律师，那目前可能在律师同道之间都会比较有所顾忌了哈。那我们是不是说可以有一个强制保险的制度哈，来保障？当然，一方面是保障当事人，那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在保障律师啊哈。那这个律师是在野法常哈，跟审检哈都是这个司法制度的铁三角哈。那我们司法院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律师职业伦理的强化跟监督哈，以及扩张律师强制代理跟辩护的制度哈，来达到这一次司法改革的目的哈。那以上简单报告，谢谢各位。我们谢谢司法院。那下一位，我们请内政部合作及人民团体司筹备处的陈嘉荣专委员。
主席、周委员，还有各位与会先进，大家午安。内政部是工会的会务主管机关，那工会是属于人民团体之一种。好，所以除了依人民团体法相关规定之外，如果对于这个入会费还有这个选举制度，在这个律师法中有特别规范的话，我们本部予以尊重。以上。要请教一下，我们可以说没有主管机，只有这个什么，就是内政部是属于你们是算主管机关？我们是会务的主管机关。会务的主管机关，但是没有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可以这样吗？还是不行？事实上，在人民团体里面，像协会，好、哦，我们常常也很多找不到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他们不认，就没有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但是相关的目的事业，事实上我们还是碰到争议的时候，还是要询问相关的这个相关法规的主管机关。只是我们在协会上面是没有章程，不一定会下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但是工会因为它的这个管制性会比较高一些，我们建议还是应该要有吧。好，是，谢谢局长，局长。OK， 好，谢谢你。那下一位，我们请考选部专技考试司的黄庆章黄司长。主席，周委员。各位律师界的先进哈，今天各位先进发言里面有提到律师考试的部分是司秘书长的部分，刚刚有提到哈，这个议题在11月18号周委还有主席曾经开过公听会的哈，上个礼拜三。就在这里哈，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考试院所属机关的预算，还有做一个决议，就是要考审部哈，在律师考试部分，要赶快来进行了，那还要跟立法院做报告。啊，目前我们部里面已经跟考试院排定时间。要座谈哈，那接下来会政治推动一些这个修法的那个程序那大概目前的进度是这样子，那希望在整个修法的过程里面哈，律师工会哈，各地的律师工会能够协助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些改革，谢谢。好，谢谢考选部哈。好，那现在所有的政府机关代表呢都已经发言完毕。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二轮。那要第二轮发言的哈，请来这里登记哈。那现在登记第一位的周委员要先发言。好，那我们先让周委员发言。主席，还有各位与会的工会代表，还有律师朋友，还有这个各机关的代表哈，那谢谢大家今天来参与这个公听会的一个讨论哈。那我想今天大家可以发现说，我们其他的委员并不是不关心这个议题哈，他们是非常的尊重我们律师在这个法律的制定上面修正上一个自律自治啦，所以他们就是委由我们两个委员哈，大家来跟大家一起讨论。那这个也是我们委员会哦第一次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的第一次，就是我们在还没有开，就是列入这个审查进入审查的。这个还没有召开审查委员会之前，我们就先进行公听会。那我想主要也是说，大家希望说，这是律师的问题，那也是一个律师自律自治的一个精神，所以今天先来开这个公听会。那我想与会了哈，各个就是与会的工会代表还有机关，大家其实这个议题我们在今年应该都有做很多的讨论，不管是在立法院公开，或者是委员自己进行的公听会，或者是各个工会私底下，包括全联会跟北律或者相关桃园新竹各律师工会，大家都一直在
就这个攸关律师本身将来律师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修正大家都有在做讨论。那我跟游委员还有之前的顾委员还有蔡宇委员，我们对这个部分的一个修正还有将来的一个发展，其实大家都很关注，我想我们也都身负着责任了。那刚刚我大概就最近大概我们在讨论的跟这个律师或者律师法修正的一个相关，我们在立法院进行的审查业务跟大家报告。那最早就是在那个我想从那个最先提我们昨天审那个法律辅助基金会的预算嘛哈。那我想在昨天的审查的整个审查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的委员都有提到说把刑事这个强制辩护案件列入法律辅助的一个范围范畴里面，大家有疑虑了哈。那当然最重要最主要的疑虑就是说，那有些他强制辩护的案件，但是他的资历显然是非常好的，那这些如果再提供他资助的话，是不是就不公平？那我想当然强制辩护我们应该提供他诉讼上的一个答辩权，保证他诉讼上防御的权利，这些大家都不会否认，只是说是不是要把它放在这个法律辅助的部分，那是不是应该去透过之前的公辩或者义务辩护这个部分去做这部分的一个保障，而不是把它拿到法律辅助这边的一个范畴里面。那这个部分昨天司法院有就这个议题跟法服就这个议题，大家也都理解到这个问题的一个要去修正的一个大家的意见那我们是希望他们在六个月里面，因为这是去年我们立法院通过的，那这个不是原来当初的版本，是在修正动议的时候提出来的版本。那现在运作快一年，那大概有一些疑虑，那现在这个主管机关司法院还有法服，他们也会在六个月内就这个部分提出报告。那有关于律师这个强制代理，就是跟我们大家律师市场相关的嘛。那将来，我想。大家也没有办法说再把它纳到将来运作的结果，可能还是需要法服，但是这个中间的这个界限或者要件怎么去，它不像刑事诉讼说那个辩护权那么的绝对哈，但是说将来如果是民事是强制代理的话，那这个部分怎么样去这个资源怎么样去运用，我想也是一个大问题。那先做简单的陈述。那在这个洗钱防治法的部分那这边我也跟我跟游委员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当初在因为洗钱防治法是列为行政院的一个优先法案，那当然我们作为执政党的委员或者作为一个委员，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要来配合要来审查这样的一个议案，因为今年我们明年我们要加入这个 APG， 那事实上我们的洗钱防治法之前的法令是有多达三四十项是没有符合这个 FATF 的规范，那所以是列为优先法案。那当然律师在被列为这个申报对象，我想大家都有抗拒了，但是我想大家很明确，就是说就是现在这个交你有做这个五项业务的范围内。那当然最后的一个讨论的重点就变成说，那如果律师申报了之后他跟他的当事人来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泄露秘密的问题，那这部分当然有很多的讨论跟挣扎跟一些质疑。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还是要请律师界的朋友大家理解，就是说这个法案有它通过的必要性，那在相关的配套上面，我想当初也是我由全联会跟北律来跟法务部这边协商沟通，那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现在这个法令我们当然是最做基本的一个限制，那将来细节上面或者执行上面要怎么样去做得更好，那待就是说我们也要求也责成法务部来跟这个律师工会这边再做一个全盘的细节上的讨论。那回到我们的律师法的部分，那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之前的顾立雄顾委员还有游委员还有我还有蔡宇委员，我们都有开一个公听会，那当时也是大家的意见，各工会的代表大家意见都比较强烈的表达。那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即将要再进入这个审查律师法之前，我们召开这个公听会，大家现在慢慢的聚焦。那从今天讨论的话，我其实是可以确定说，当然现行的一个律师法的运作，我们对这个北律台北律师工会他们
就他们自己本身他们要求的或者他们主张的权利义务方面，我们当然觉得说还是有他公平平等的原则我们要去维护。但是呢，但是就是说不要说小工会啦，如果说真的是单一入会的话，不只是钱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那人的问题，如果会员剩下十个二十个的话，你说这个工会能不能存在，就是一个很具体很严厉的一个考验啊。但是很高兴，就是说很乐见说今天大家对主管机关的一个将来的这个管理，或者是说我们的律师法我们要放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其实上大家都慢慢有共识，而且这个共识还蛮清楚的。接下来就是说一个入会的制度，那入会的制度就是主监区或者是主区是复数，或者是这个单一入会，我想接下来大家就聚焦在这边。那这个除了是人的问题，当然也是钱的问题嘛。那就回归到说，是不是又会，就是我们又讨论说，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细节，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入会的制度，我们要不要放在律师法来规范？那当然会牵扯到说，如果没有放在律师法来规范的话，那是不是会影响到一些相关工会的比如说北律他们主张的一些权利，我想这个我们都会考量了。那再度的感谢今天这个大家从全国各地来的工会代表，那在这边跟大家见面，跟大家报告，谢谢。谢谢周委员。那现在我们就请登记第二轮的哈许美丽许律师，嗨，新竹律师工会的前理事长。主席与会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就不一再打招呼了。那我是新竹律师工会的律师许美丽律师。那就律师法的这个部分呢，就今天本身的提纲的部分，我先从第三个提纲里面去讲。第三个提纲里面就是讲到就是这个有关于律师工会的一个组织的部分了，到底是采单一入会全国职业还是组监区的部分。我们想由这个整个的实质内容来看，其实组监区的部分跟单一入会全国职业的部分不过是在一个些微的一个差距费会的部分。那当然单一入会全国职业的时候，就各个律师来讲他当然很乐意，就我来讲我也很乐意，但是呢就整个整体来讲，那他会有产生一个很多的一个问题。譬如说他们讲说随案这个征收，其实建筑师工会呢话，他们有随案征收，他们有一个很完整的制度，是建筑师工会的所有案子要先进工会审完之后才能送到县市政府去，因为县市政府要求。那现在问题来了，司法院或地检署或法院或地检署要帮你做这个审核吗？这个有没有贴这个有没有经过工会？那你的所有的委任状都要经过工会盖章才可以出去吗？因为要随案征收，一定是要这一套制度嘛？那可以这样吗？那你如果说如果是这样，我要当庭呈庭就不可能。我夜间培训的时候，我带着委任状去，不可能，因为工会没有人，没有24小时帮你服务。所以这些诸多的一个问题，其实在单一入会全国职业，只有说技术上可以克服，技术上如何克服，他并没有提出来。如果今天我们是为了减少这个。入会费的部分，那所以工会势必要缩编。缩编的时候，为了这个单一入会这个收费要去增加人员吗？我想这个是很复杂的。如果主监区的部分，你一电脑进去监区，我监区的部分我怎么去弄？那就很方便。好，这个就是一个其实一个些微，但是方便了很多的情形。这是首先主监区的部分跟大家报告。另外呢，有关于这个入会费的审查，其实以现行的制度里面，由地方工会来审查，然后呢送进来马上审查，马上就可以执业，其实是最方便。所以维持限制由地方工会来审查，其实就可以。另外有关于这个维持呢限制的话，就是全联会为工会的这个团体会员的部分，其实并没有任何这个发生任何的一个在处理上或过程上的一个维持的部分。所以我们认为维持限制的这个全联会为那个地方工会的这个地方工会为全联会的会员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另外呢，有关于现行法的修正法的47条，内政部有一个意见，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维持单一那个
全联会，也就是说现行法的部分呢，它并没有说可以另外组成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在修法的部分能够做一个这部分的一个处理。另外最后一个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全联会将来是社团法人，地方工会也是社团法人，两个社团法人之下呢并没有上下隶属关系，那所以这个修法的部分希望能够一并考量。最后一个结语就是说，姑且不论律师法要多久，我们觉得现行要立即解决的是第四条，也就是防堵不适宜的司法人员在进入律师，这个是全部十六个工会大家都没有异议的。另外37条，中央跟地方各级民意代表应该要辞退律师的职务，这是也大家所期盼的。所以呢，这个两个条文有立即必要性而且紧急性的部分，因为台南工会就被告了，将来有很多工会都会被告，所以我们觉得第四条跟第37条在当下需要立即的通过啊。以上，谢谢。好，那好，那个张菊芳律师，好，台北工会理事长。这个主席以及各位先进啊，大家午安啊，我想现在已经进入中午了啊。那前面也听到很多这个代表们的一些指教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啊，我想这个来说明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各个提纲都是律师的问题，都是律师的议题。那工会是为了这个律师而存在，所以我想我们所有的议题应该回到律师的角度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只就这个单一入会以及主先序的问题啊，我想提出我的意见啊。我想这个问题里面现在被讨论到的，我想就是两个大争点。第一个，这个目前的限制，它是不是限制到律师的职业自由跟人民的诉讼权，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限制是要被改正的哦，限制要被改正的，那工会的存续是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我想这个部分我要一再一再的提醒，当我们在讨论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以第二个问题先讨论，而是先应该回到律师的角度回到律师的角度，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先讨论这个制度是这个限制到律师的职业自由以及人民的自由权的人民的诉讼权的，所以这个制度应该被修正的。那在这个制度被修正的情况之下，如果影响到工会的存续，然后我们来看工会的存续的部分，我们要如何去处理它？好，我想这是我第一个想要提醒的。好，那我们到工会存续这个部分，其实有几个面向的问题哦。也就是说，所谓的存续，大家在讨论到其实是一个财务的问题，财务不外是收跟支。那你在收的部分，第一个，如果实行单一入会之后，是不是一定造成收的一个减少？我想这因为目前各地方工会它的财务其实是相当充裕的，这已经是一个疑问。第二个，如果造成财务的冲击，那要怎么去处理它？哈，我想今天我想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当收如果减少的时候，那你在支的部分，你可能就要量入为出。好，您就可能要量入为出。我想今天大家也提到核心任务，我想我们也没有站在北工会的立场，我们也没从来没有说核心任务一定是如何，只是站在北工会的立场，我们提出北工会的核心任务包括在职进修等等，但其他工会的核心任务的部分，包括今天前面光禄理事长也提到，它可能是各地方工会它被会员欢迎的任务，我想这都会尊重。但是如果在单一入会，在一个正确制度之下，单一入会之后，那这样的一个支的部分就要进行一个检视跟检讨，这就是一个量入为出的一个概念。好，那在这个部分呢，我想北律也提出这个配套，也就是说如果发生问题，包括逐案征收以及全联会补助这个部分。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先说明到这里。我补充一下，也就是说律师的角度，包括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薛律师也提到的，其实我想两个数据我要再次的提醒哦，律师在赞成单一入会的部分，其实在行政院的问卷已经达1700份，94%是赞成单一入会的。那北律这一次的联署已经达1956位，好。这个数字在律师圈的
一个联署已经具备相当重大的意义，因为即便是攸关律师的这个权益的，包括像这个民事诉讼强制代理，它其实回收也不过几百分。好，那北律的选举之前，大概投出来的票数大概都只有1500分以下，所以这一次可以联署到1956位，到昨天为止，这样的数字已经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么多数的律师都希望单一入会的时候，我想是不是大家都要很正视这个问题？好，谢谢。好，谢谢张律师。好，那还有没有想要第二轮发言或是要补充发言的？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听会哈，我想各位都已经发言完毕哈。那其实从今天各个工会还有我们专家学者哈，还有我们的政府机关，那大家所提的，其实我想还蛮聚焦的哈。那我大概就是归几类哈。第一个呢，我想就是说我们律师工会的定义，我们律师法的一个定位非常清楚，我们就是一个自律自治的一个人民的团体。所以呢，在自律自治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呢，那当然我们对我们的主管机关，好，当然大家还是希望是司法院，但是呢，司法院明确的表达他们不适合，好，那当然这部分我们自己会再来考量。但是不管是哪一个主管机关，很清楚的就是它不再是一个监控管理，而是一个低密度的好，这个行政上行政业务的一个监督，那以及的这个的辅助哈，那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既然是一个自治自律的一个团体，所以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律师工会的全联会，它必须要有一个强大好而有力的一个全联会。那这个全联会呢，它必须要扮演起自治自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里面会包括说律师的这些的专业能力的一个培养，那以及呢这个律师这个品质的一个提升，那还有就是公益的参与，那这三块呢，就是全联会呢，它就必须要去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那在这样的一个责任的之下呢，就是如何能够让全联会好，这个不管是理事长的产生或是理监事的一个产生，那以及呢就是各个工会跟全联会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个部分就必须要是好好的一个设计。那当然刚刚也有人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律师法的规定是要据信民意还是应该原则性的规定啊，那我想我们原则上应该是会比较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规定，但是我们会把这些的一个原则呢会把它放进来。那另外呢，当然就是好，就是大家所担心的，就是说如果就是强化了全联会，那对于地方工会呢，我想今天有一个共识，没有人要消灭地方工会，而且呢也要让地方工会呢有它的特色能够发展出来，去服务当地的工会。因为全联会再怎么强，但是我想在执行还是都要靠各个地方工会，所以呢各个地方工会的加强，那以及呢它的一个让它的发展它的特色，那去为当地的自己的律师还有当地的居民的一个服务呢，我想这是一个必要的。那如何去强化，那当然这里面就牵涉到人跟钱的问题，那所以这个钱的这个部分应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以及呢就是说这里又牵涉到那人的部分，就是到底是要单一入会或是要组监区或是这个所谓的随案征收等等，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再来思考。那所以一个呢就是对未来的律师就是在这整个一个民主化的一个过程，就是民主的一个社会里面，那我们的未来的10年20年，我们的律师要怎么样走向，我想非常清楚的，大家都是有一致的共识，就是我们在民主化里面，我们其实就是一个自律自治的一个团体。那当然我们的经费，我们的力量还不是那么够，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好来协助。那在这个部分呢，那但是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协助，我们希望能够去强化我们律师应该扮演的这种角色，不管是对会员的照顾，或是呢对社会的公益的这个责任。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各位
的在拨冗的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公听会。那我们呢这个也会再继续呢跟各个工会呢大家在一个协商协调。那我们也会尽快的把我们的律师法呢能够修正呢就尽快的修正。那我们得知道说对律师法目前有一些不合理的一个规定呢，大家都急切的需要把它修正。好，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法呢能够尽快的修正。好，那今天的一个公听会呢我们就到此结束。那再一次的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那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就是不是各个工会你能够留下来的就留下来，我们是不是来大家协商一下，好，就一些比较有争议的部分我们看是不是大家能够机关，就谢谢各位，好，谢谢。